好，而家咧，我咧就咧揿咗啦。佢话俾我听，直播进行中啊。呢个系我哋史上第一次讲男讲女嘅第一次直播。Hello， 试下声先，试下声先，大家听唔听到？听唔听到？有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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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有冇声？有冇声？大家可以试下留言俾我哋。靓唔靓仔啊？系，有声嘅，唔该，话俾我听。有系听得清楚，可唔可以打个一字？听唔清楚打个二字，系咪好兴咁样噶？嗰啲嗰啲直播嗰啲啊，听得清楚俾个一字，听唔清楚俾个二字。等我再大声啲，俾个四字。哦，听到。有人讲嚣佬，阿慢吞吞你讲嚣佬。Hello。From Australia， Dennis Hong， 多谢你。Thank you。有声。我想讲咧 ，Harry 个名长期咧，我喺个 group 度都睇错咗系你嚟嘅。我成日以为点解你个名字又唔同咗？其实都要捞一阵先。Harry ACE 系嘛 ？Hello， 大家好，食咗饭未啊？系。食过食咗饭咧，就写咗食咗呢两个字啊，好嘛？唔係要食咗咁樣，過去式嚟噶嘛？可能食緊咧。咁我哋咧啊，食緊你就打食緊，未食就打未食咯。Hanky 點啊？唔係，我諗緊我點解會係咁聽？係喎，我聽啲慢啲嗰啲。係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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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咧就大家咧就食咗啦係嘛？哇！食應食咗。食緊。Hanky 神好靚仔，喂！大家已知嘅嘢唔使講咁多次啊，講啲唔知嘅你聽下。多謝你先，我特別 capture 低啊。kiss 葉 ，kiss 葉，多謝你 ，kiss 葉。男嘅靚仔，女嘅靚女啊！哇，唔係喎，人哋讚我喎，你幫我多謝，好 thank you。佢都讚埋你啊！哦，係喎 ，Hanky 神好靚仔。佢讚你係順手啫，讚我係專登嘅。佢因為讚你先。如果佢讚完我唔讚你咧，覺得好似有啲唔好意思。睇到米姐係啊，米姐好靚女係嘅，係嘅。如果唔揾佢嚟做咩啊？花瓶嚟噶嘛，佢係嚇環山姣哦，晚上好啊 ，OK OK。山姣喺我哋直播之前睇緊毛毛，哇、哦！睇曬未啊？好犀利喎！一集係封 in case， 一個就係專訪咁樣。好，好多心心，多謝你。哦、多謝曬。咁咧今日咧就咁啊！大家知唔知我哋點解開 live 啊？係知唔知啊？有冇人知啊？啊！我做足功課啊！而家點解我哋會開 live 咧？咁呢個開 live 其實不知不覺好似講咗有大半年噶啦。係係啊！由我哋好似過咗一晚，曾經有即係自己私底下商議啊，不如我哋試下開 live 同大家傾下偈啊！咁點知好似～未是時候啦，一直都等緊呢個 timing 嘅出現啦。係，咁就不知不覺發現個 timing 就到咗啦。係，咁嗰個 timing 未到咧，主要都係因為咧，我哋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睇我哋做 live 啦。咁啊，係啦，冇錯，有人答咗啦嚇。我哋今日開 live 咧，主要係慶祝我哋十萬訂閱啦嚇。咁啊，而家好似十萬零六千咁樣係嘛？咁就係多謝大家對我哋一直以嚟嘅支持啦。咁啊我哋就專登做一集 live 啦。所以無論呢集 live 咧有幾多人睇咧，我哋都要做嘅。咁啊，亦都多謝我哋幾位同事啦，同阿米啦嚇，同我哋準備今次嘅 live。佢哋都喺側邊。係，雖然個樣係有啲似飲飽食醉。但係佢哋喺飲飽食醉之前，真係飲飽同埋食醉咯。啊，咁啊，因為呢三碌嘢啊，你真係覺得飲飽食醉係啱嘅？嗰四字詞係咁啊嘛，哥啊，即係正如有一年出現咗呢個字，從食燈籠玩月餅之後，我覺得所有 terms 都有啲怪，都係調轉嘅，係。OK， 心妙妙話又話九點咧早咗，我早咗同大家打定下招呼咁樣啫，因為我哋開始之後，其實我哋就會之前有份問卷啦，就俾大家有啲 Q&A 咁樣啦，咁所以一陣我哋就會回答下大家嘅。冇錯啦。是如果仲未回答就喳喳諗去問啦，或者陣間我哋問完之後，大家喺下面加問題啦，好嘛？
咁我哋答紧嘅时候，大家都可以追问嘅。乜嘢叫做 YT 牌仔啊 ？YouTube 牌仔啊 ，YouTube 牌仔啊，个银牌仔系咩嚟 ？YouTube 咧就10万订阅有个银色嘅牌嘅，写住你个 channel 名嘅，系啊，唔系牌嚟嘅。牌嚟嘅，真系噶，系啊，再大啲，咁大，真系噶，再大多少少，再大多少少，喂，可以用嚟挡子弹噶咯 ，A4 纸啊 ，A4 纸咁大，系差唔多，好似奖牌咁样噶，攞去熔做金属啊，卖烂铁啊，都买到几廿蚊啦，大佬，空心噶，空心啊，争啲喎，系，咦，阿Kiss 叶应该寻日入过嚟，佢话人数多过寻日。是啊，昨天阿興現場自己不是170咩？昨天最高150多，現在154，173了。大家炸炸想呢，forward條link出去給你那些friend啦，是吧？還有慢吞吞說呢，按like就會再自動推多一些給人看。是，沒錯。按like啊。如果你喜歡的話，就share這條link去給你喜歡的人或者是朋友。如果你覺得我哋做得唔好咧，將呢條 link 咧 share 俾你唔喜歡嘅人或者敵人。點解？咁你唔中意睇，你梗係 send 啲好核突嘅嘢俾佢睇啊嘛！你覺得 Hanky 神好樣衰，或者 super chat 啊，10蚊啊，有 super chat 啊，喂！誒，哇，要多謝多謝。Cham Cham Quok， 喂，呢個 Norman 我唔知佢姓 Cham 定姓 Quok 嘅喎。唔紧要，你照系 c h a m 所以我会多谢两次嘅，多谢你 chanting call 同埋 call chanting。多谢啊！呢15蚊好紧要噶，因为我哋今日预咗即系会玩到夜噶，佢哋咁啊，可能即系帮下手搭程的士去隔篱区咁样，系啦，有条友仲要转黄冈巴添。多謝曬，多謝大家 super chat 啊！多謝，都要多謝馬來西亞嘅朋友，就係東方誒東西方數字明理 ，thank you。美國隊長個盾，哇咁啊好大！美國隊長個盾真係好大。哦。係哇 ，chanting pop 笑到流眼淚喎你。你的笑點頗低喎，唔係係開心啫。啊，頗好開心，你開心都流眼淚。佢你讀佢個名啊？佢仲要即係有三次。喂，咁你話俾我聽，你係我姓湛嘅。湛啊！我之前個唱歌老師都係姓湛。湛係。好少啊！你呢個姓湛係，我都識一個湛湛庭國，係咪？湛庭國。哪个庭好呢？你是男仔啊，男仔的庭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男仔，应该是站，应该是男仔，谢霆锋的庭可能是。如果 Super Chat 是100元中得了，你试一下就知道了。我们试过 Super Chat 1000元，1500元，真的吗？是吗？我高度怀疑他是按错掣。按多了两个零，按多了两个零。我讲笑的，我讲笑的。咁又確定佢已經 send 咗？我講笑啫，佢因為要 approve， 即係要確定多次，應該唔係撳錯啫。我講笑啫，亦都多謝大家嘅 super chat， 無論係幾多嚇，多謝大家。喂，我要多謝 Cock King， 黃綠醫生，多謝你。黃綠醫生都俾咗啊，啱啱38蚊啊，的資助的士資金。哦，係，好開心啊，有車費。而家起標係38。唔知唔係四27，係啊，因為你要跨少少區，係啊，佢計好咗俾你㗎啦，跳咗幾下標，真係搭到黃江巴，恭喜你啊！咁咪住先，個黃江巴係幾錢？黃江巴我冇記錯係100多蚊咯，100多咯，有冇100多啊？係咪啊？100多蚊啊，好似正大光明啊，寫1500啊，即係咪嗰次係你㗎個 super chat？ 唔記得咗啊，真係。哇，1900添啊！阿咪要唱歌慶祝，咁誇張。首先我要多謝翻上面先，阿 Cat 啊 ，Cat King 係啊，多謝你。我早兩日 on show 啊，小妹係做舞台劇噶嘛，阿 Cat King 就嚟咗嚟睇啦。咁佢原本就可以
目睹你的風采，真人，好可惜你早，你就好彩我唔喺度啊，免得破壞佢喺心目中嘅地位同埋個形象啊。係。哇 ，K K， 多謝你 ，K K。係，哇哇哇，多謝曬，多謝 K K， 多謝你，多謝你。Thank you， 黃江巴應該五十幾咋咁樣。哦，五廿幾。係咩？咁點解百幾嗰啲係咩嚟啊？咁遠嘅。一次過愛咗咁多錢嘅，你啲朋友同你講，成日都呃我。哇，有78嘅，多謝 Jim。Super 咩啊 ？Sticker， 哦，有 sticker 係喎，喂，好靚喎 sticker。如果大家都想接收下啲 sticker 咧，發下啲 sticker 咧，暫時啊，黃光媽12蚊，你喺邊度搭羅湖搭啊？12蚊。12蚊應該唔係啊嘛。我關口真係㗎，哦真係喺。多謝 Jim Hugo。哦，黃江咁就哦，明白明白，多謝曬，多謝曬。哇，有歐羅嘅。喂，歐羅你，即係你喺歐洲。多謝曬啊！4.99，多謝你。好，係啊，大概成九成十啦，成九成十啦。多謝多謝。但我哋唔係淨係。但我哋唔係諗住即係叫大家去俾車錢，我哋。我哋錯啊！我講乜嘢黃江巴啫？已經早知就話下個月出唔到糧啦，我哋需要係10萬咁樣。講笑啊！講笑。哇！喂，係多謝多謝多謝。Double K。喂，自從今晚之後，可能我哋就唔做錄播，可能做直播。即係做直播啦，係嘛？多謝哦，原來阿 Jim Hugo 叫 Jimmy， 好啦，多謝。哇！多謝。哇 ！US 啊，喂，係咪 Super？ 等陣先，喂，大家等陣先。我哋讀唔切啊！讀唔切，等陣先，我讀。跟住有 PUCON 咁啊。USD 999，哇，好多，多謝你哋，多謝你哋。跟住就係 Soon Now， 睇你哋嘅嗱，我唔讀價錢啊，好尷尬。咁啊，即係多謝。咁啊，但係我會讀你哋啲字嘅。你唔讀就冇人知嘅啦，乜價錢？睇到嘅嘛，Soon Now 係港幣78。睇你哋嘅片好完美，好完美咁打碎咗我嘅三觀。哦，我初頭以為我哋嘅片好完美，唔係好完美咁打碎粉碎咗佢嘅三觀。我边行路边听你哋嘅片，甚至有几次系忍唔住 WTF 出声。What the F？ 都好正常嘅，我都有一次忍唔住。系冇错，跟住就系 Chris Lau，Chris Lau 就话支咗薯片一包。哦，多谢你，多谢你，多谢你。哇 ，Kelvin Fung， 哇，多谢398蚊，要请阿米食个晚餐，恭喜10万订阅。系，多谢多谢，十万订阅系。都是多謝大家的，講真嚇，係真係多謝，其實是多謝你哋每一個。嗱，我哋而家就仲有幾分鐘就搭三啦，咁不如我哋搭三就正式真係開始去回應下大家之前填咗嗰個 Google Form 嘅一啲 Q&A， 咁我哋就開始去回應啦，好唔好啊？冇錯。咁啊，由於因為頭先阿 Chris 啦贊咗我哋薯片一包，我哋決定擺一包薯片喺後面，我哋好多。多謝你的資助，順便跟大家講聲，我哋個我哋有熱薯片，熱薯片啊！呢個就係拍片嘅時候我冇得食，因為你要食原味。哦，嗰次係冇錯，呢個唔係重點，但我就話俾大家聽由你爆啦咁啊！咁啊，我哋今晚咧就終於平時飲嘢啦，我成日都要等 cut 機啊。拍完一個封煙我才可以飲，今天我可以很大無私啊咁去飲嘢，所以大家可以盡情跟我傾偈。係啦，咁啊，大家想資助任何零食都有啊，因為咧，我咧同佢哋幾個同事咧就話：喂，豪啲啊，去買啲零食翻嚟啊！唔知買咗幾多錢啊？就係1500啊！千幾蚊零食啊，所以你噏得出，可能都有㗎呢度。之後你諗唔到同埋咧，我成日都想，我記得好初做封煙嘅時候咧，同你講話，喂，我咧覺得自己好似有啲拘謹咯，我可唔可以飲下酒嚟做封煙？啊，好似係有啲咁嘅。跟住你話你得嘅話得，跟住我諗下，都係冇咯，飲咗佢酒，其實個人都幾調劑。哦。但我今晚我就決定飲少少酒。有人請你飲廢水喎、啊。傾偈，又要講啦。
好多謝啊！即系 kicking， 即系佢嚟睇我舞台剧啊！多谢，哦，哎，唔好意思啊，听我饮废水。嗰日我早走咗，因为我第二日有拍摄啊，系啊，咁所以我就早走咗。我第二日 call 唔知七点啊，七点几啊？七点几啊？系啊，七点几仲要运埋器材过去啊，所以我嗰日咧就早走咗，唔好意思啊，阿 kicking。咁啊，下次如果我撞到你，我请你饮废水，好唔好？冇错啊，佢就系画家啦，喺个 group 嘅就会知，其实认得嗰个公仔啊，系啊。系喎，你哋有边几个系喺个 T G group 入边嘅？咩有星星嗰啲就？我星星嗰啲系订阅会员嚟嘅，系咪？就未必喺个 group 系咪？哦，系，但系但回应翻前面，佢哋都话系啦，一早就应该开直播啦。Alan 就话系，咁跟住多谢 Henry A C E Ace， 哇，多谢 Harry， 系即系佢啊 ！Harry 成日令我误会咗你讲紧嘢。因为我名太似，加油！Henry 就请会请阿米饮咖啡同废水啊 ，Hanky 神系唔会嘅。话之嚟嘅，话货金俾米米饮酒。哦，多谢，我已经怼紧啦。咁啊，顺便嘅话，呢度讲一讲，即系多谢醉猫仙，我成日惊讲错咗个名，醉猫仙啊嘛。系啊系啊，醉猫仙系啊，咁啊，即系 sponsor 咗我哋啦。嘢你做乜嘢啊？因为我觉得而家正式啦，我哋要开耶！恭喜啊，你嘅十万订阅 ，Hello Q&A。呢条女系好难合作嘅。我读紧 sponsor 词语嘅时候，佢喺度耶咁样 ，sponsor 见到好唔好意思噶？唔好意思噶，因为我而家好兴奋。吓，咁啊，多谢追猫先咧就。呢三款啊，哇！佢哋整咗兩箱過嚟啊，兩大箱啊，咁就係好好飲嘅。咁可惜我即係揸車咧，我就唔可以飲，同埋我平時飲得少，我揸車。我幫你飲嘅。你幫我飲啦。我又倒啦。係啦。咁啊，講起呢個醉貓仙咧，咁啊我即係講真聽，你哋覺得好唔好飲咧？梗係好飲啊！如果唔係我哋揾佢 sponsor 做乜鬼嘢？好啊，好飲啊！真係好飲。咩啊？好飲。你？系，應該每人都知係啦，係啦，係要影翻相，證明係真係飲緊。咁就倒曬啦，係倒曬，開多支啦。喂，有咩？其實係咪最後咧會變呢度全部都係吉進啊？即係你而家見到呢度。呢三支最後先飲啊，好嘛？小二上酒，最好嘅酒菜。唔係唔係，飲緊等等，即刻過嚟。唔係要係佢嗰款喎，你飲邊款㗎？我飲緊茶，我而家飲緊，你繼續介紹啊。系啊，我而家饮紧醉花茶。同埋阿米饮紧嗰个咧，醉花茶，即刻揾翻佢嘅资料先。醉花茶咧系醉猫仙嘅上年嘅作品嚟嘅，2022年。咁从系茉莉花同埋节木骨花提炼出嚟嘅花香，再加上番石榴嘅香甜同埋色泽，打造成玫瑰色调嘅清爽花茶酒，正唔正啊？好味。喂，借嚟闻一闻，唔系我呢度打开闻闻先。因為我好中意呢個就係頭先我話最香嗰只啊嘛，因為我中意飲花茶，所以我覺得有酒味嘅花，唔應該話有花味嘅酒係好飲啊。係係係，咁就咁咧。另外佢仲有兩款嘅，咁啊亦都係醉檸茶啦，唔係著檸茶，醉檸茶。醉檸茶咧就係檸檬茶咧，就係香港人最中意飲噶啦。咁佢就加調成呢個酒味，而且咧仲可以呢啲酒咧，佢全部咧官方可以講明可以二次調酒嘅。咁所以你可以再調，你有冇試過啊？我之前試過買咗，試過溝過其他啲，即係懶係勁咁自己溝啲 cocktail 出嚟飲。哦，係啦，嗱啱啦，都係飲原裝嘅會開心。係嘛？哦，咁呢個你自己因為可能我唔識溝。仲有最後呢只紫紫地色嘅。洛神花茶好啱女士啊！洛神花酒啊，咁啊系呢、這个佢堪称啊系茶酒界嘅红宝石，咁你知道佢几巴闭啦吓。咁闻落我都系觉得好香嘅啊！我呢两只我都系好香嘅。佢咧系有埋呢、這个除咗洛神花啦，有埋水蜜桃啦、青柠啦，进行调和啊，再带入一啲甜果吓，同、啊、埋提升个酸度等等吓、啊。好，轻健神可唔可以答下大家就系呢啲酒入面嗰个 percentage 系几多酒精？揾啲专家嚟答我，喂，七个 percent， 七个 percent。我成日听到回音，系咪你？
太大。哎，好啊，我嚟啊。7%。7%，7%，大家覺得多唔多？其實多過嗰個果酒 J 字頭嗰個啲啲嘅啫。係嘛？我飲開嗰啲好多，突然間覺得七好似唔過10都唔係好多啫。今晚有福啦，唔使上清流，有現代版嘅花酒，係啊，今日清流啊，因為飲花酒，真係飲花酒我哋。要搭時光機喎，如果要去清流。今日揸車揸坐的士，因為咁樣嘅，我哋有好些同事咧住埋好近嘅區域，所以我一次過車佢哋翻去咯。如果夜咗嘅話，可唔可以影下我哋嘅後台？唔係咁方便，但其實如果有睇我哋啲 source 咧，其實都差唔多睇曬我哋成個 studio。又未睇曬咧，睇到好多下嘅。點會葵花寶典一個門口隊入嚟都睇曬啦？呢度好少見噶嘛。呢、這個位置，我嘅左手邊啊，這個貨倉位啊，即係擺工具嗰啲位啊，好少見嘅。好，凍飲好定室温好？啊，佢哋官方話一定要擺雪櫃，就正啲。嚇，飲之前要熬，係啦，要搖。係啊，小人物多謝你啊，10萬啊，係啊，俾個 V 字手勢俾你。仲有，咦？啱啱我見到有人。喂，我哋要答問題嘅咯喎。係啦，開始咗啦。我哋準備答問題啦，大家 ready 未？邊個係阿美啊？阿美永遠識驚無神出奇喂，阿米啊，係咪語音輸入化嚟？阿美係無名嗰個公仔。Okay. 好啦，咁大家如果係 ready 嘅話咧，我哋準備答大家問題。係啦，我哋而家暫時唔好意思啊，即係未必認得似你哋嘅留言啦。我哋因為先處理咗我哋 Google Form 嗰啲 Q&A 先。似乎氣發生問題，唔係我問，我電話問題啫，我電話問題啫，對唔住。好，Come on，我嚟啦，交俾你。好，咁啊，大家嘅問題咧，咁我哋咧，因為真係太多啦，咁啊喺個 Google Form 嘅 Excel 表，我哋排到好長啊。咁我哋咧精挑細選咗部分有代表性嘅問題咧，嚟到同大家分享咁啊解答嘅。咁第一個問題咧，我相信亦都係好多人都想知嘅，係，亦都好多時咧。留言都會問的其中一個問題就是你有沒有方法證明你請來的嘉賓所說的都是事實去給觀眾看和知道即簡單來說是、即那些故事是不是真還是假的、哦、這個呢就是 Hanky 神就最清楚的、其實很有趣的首先多謝 Dickie Lee 資助我的的士錢盡慶一晚、啊、他資助我有錢、啊、因為我要踩油、啊啊其實首先就那些故事全部都是有血有肉的真確當然你會不會懷疑有一些人封煙入來呢用太空卡打電話來就說一些假的說話呢我當然沒辦法百分百證明啦但是呢大家要知道即如果一些虛假的故事呢其實講兩講問兩問會串的、譬如說 Hanky 神在演藝學院畢業啦我告訴你我在哈佛大學畢業阿米問多我兩句我答不到嘴的其實很容易的、啊、大家即懂得即人情世故多一點接觸這個社會多一點的時候大家會知道有些事是騙不到人的咁我亦都有有某些留言啦，我都有企圖答過大家。大家如果覺得嗰件事係假嘅話，其實你可以加入我哋會員之後咧睇長版本，都仲係覺得有問題咧，你可以入去我哋嘅 TG Group， 因為你加入咗會員之後就可以加入我哋 TG Group。加入我哋 TG Group 做乜嘢咧？就是、我哋好多故事嘅主人翁咧，就唔係全部喺曬邊，但係好多都喺入邊繼續分享緊佢哋嘅故事。如果是做假做妹就沒那麼多人在裡面的嘛。現在裡面聊天的呢都我不知道現在最新數字有多少千、啊、都是四位數字是千多人的嘛。千多人的。沒理由個個都跟你吹水的。很得意的是就是什麼呢就是有些人呢說就是 我不是說 講是講非或者要跟他爭吵而是其實還是有些人呢對這個世界的認識呢可能跟我不同啦即譬如說、之前有個、有兩個 case 我都覺得很神奇的第一個就是車震
咁啊，講個女士，老公睇到老婆車震，係啊係，冇錯，有 GPS 跟蹤啦咁啊。咁就話女人，佢咁講啊，女人車震係唔會除曬所有衫嘅，所以咧就斷定呢個係一個假嘅故事嚟嘅。咁我就好奇怪啦，香港開埠以嚟咁多車震，冇一個女人係除曬衫嘅。你信唔信？可能大家個感覺就係女性、女士。要進行呢件事有時就真的保守啲，唔係快方便啲、哦。你竟然諗到呢樣？快喂快，嗱嗰條裙一長就可以啦。咁、但係你即係如果你係有感覺好激嘅話，其實唔覺都會係咁易甩曬噶啦。同埋其實你又唔知道本身，即係我又唔想問到人哋咁 detail， 你本身係著咩衫啊？如果佢真係同你講佢著條 Line One Piece， 其實一除咪冇曬咯，好自然啊，係咪先？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即係有啲嚇、啊，即係我唔知喺邊個地區啦，即係有啲亂倫嘅事情咁樣。咁佢就話冇可能亂倫嘅，因為你對住一個親人咧，對住一個譬如話你阿媽或者咩你個女啊，或者你邊個係唔會有呢個性慾嘅咁樣。喂，咁你即係話俾我聽，呢、這個地球60亿人口或者自古以嚟從來都冇亂倫嘅啫，係嘛？大家查一查。日本皇室以及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皇室其實都是近親繁殖的，他們都是亂倫的，當然引起很多問題，這個另外就不可以說這個世界沒有亂倫嘛，即我們不是說支持或者反對，但 是這個世界有這些這樣的事，如果單憑這件事判斷它是假的，我就覺得故事主人翁有些冤枉。好了，那就回答了這個呢、這個啦，所以大家如果真係想知道、想認識多啲，有好多人真係入咗去 group 咧，繼續同個當事人咧繼續溝通聯絡嘅。好，第二個問題，阿米，聽得你哋 channel 嘅故事太多啦，對愛情冇信心，佢問你點算好？千祈唔好放棄，因為嗰啲即係人哋嘅嘢，並係喺你，因為每個人都唔一樣噶嘛。係。係啊，咁。咁如果我當你睇咗好多年童話故事，咁係咪等於你就覺得呢個世界呢個世界所有嘅愛情都係童話？咁自己去經歷就你就感受唔到當中嘅苦與甜。咁但係我唯一可以嘅就係、是、資格揀。系，小心啲揀，唔好話即心急想拍，或者心急人追就慢慢咯，都算穿處係最好嘅，所以冇錢係冇。我第三，我諗同你都打一答啦。係。我哋嘅道德觀係一尺以前底線。一尺底線，即係道德底線，或者道德邊？哦 ，OK， 隨時改變。你話搬龍？係，唔好喺我度搬啊！係啊，唔好意思，我又講嘅。既然咁呢條問題，我哋兩個，我從觀角度出發，係咪先？咁就真係確實，佢每一次見嗰位時嘅條術背景。太有啲匿机啊，把声咔咔咔咔地。系，继续。不，突然间全部系响出嚟啊！有回音。二呢？而家咧好啲未啊？好。而家好啲未？叻，好叻嘅连市民。影像系。而家你哋有冇咁啊？你正常未啊？哇！係喎，係喎，卡。我哋自己人都開開 WiFi 先，部手機。而家 OK 啦，而家 OK。不停都話，而家哎呀，
一二三四，唔到問到問題，我就睇啲問啲問題。1 2 1 2 3 4，一減四。同朝叫嘅尖尖仆女女聲，咁我個睇係個仔仔，同埋我。check 我 check。可以睇睇部機嗰個 cam 聲有冇事？畫面好靚喎。佢哋話變曬電啊！我哋1 2 3 4 1 2 3，呢個冇問題。好，好，誒。試下齋聲有排畫面是短音，但有啲開咗聲上入音。我試下用一支麥。見到 Jason 啊，接近近機。哦。Very reset。大家忍耐一下，我 restart 個同動作咁，重快。我哋用開唔開啊？越越談片，最好嘅正明。Echo 咩？咁我而家重開，認真。我哋決定開啦。重開。好笑。
未過去。咦，我換咗係都係咁嘅咁樣。聽唔聽到？聽唔聽到？即係點啊？我而家重新入翻入喎。我入唔入到去嘅？大家定開電腦，唔好直 cam 可以望住我。誒啲聲得啦。得啦，靚仔啦！好啊！我聽到靚仔。好，所以唔使。興健神咧，其中一個好中意做嘅動作就係呢、這個，係啊，啲做台做電視嘅人嚟噶。料啊！料真。好味，聽唔聽到啊 ？OK 未？如果 OK， 大家留翻個 OK 啊！同埋我哋走咗好多人啊！翻嚟，開心翻埋嚟，我再重新歡迎過大家一次 ，Hello！ 咁咧，大家咧，如果覺得我哋咧，喂，第一次好流喎、啊，你啲技術咁差嘅咁樣。快啲將呢條 link send 去俾你啲唔中意嘅人，等佢睇下啲窒嘅。得到畫面有事啦。畫面奶。係啊，奶曬。都 OK， 畫面力嚟噶。但我呢條連線品質極佳喎，佢寫 YouTube 寫住。我呢條睇到係 link 喎，我都睇到 link 喎，我連我都睇到係 link 嘅。冇用，我冇。但係條聲就靚嘅。條聲係靚嘅，條聲係靚嘅。咁點算啊？仲唔快啲 super chat 我哋買部新電腦？好啦，我而家试下，激死我啦！画面叻啊，仲叻紧啊！系。好，我再入过嚟啊！睇下得唔得先，唔得我再重启电脑。绝招！咦，得喎、啊，得喎、啊，好似得喎，睇下先。诶，顺啦，顺啦。得啦，得啦。生啊！好，系咪顺畅啊？系咪冇拜神啊？顺畅咩叫拜神啊？拜拜啊！咩啊？拜神啊？系嘛？拜神。咁呢个我哋嗰阵头先系，咁头先我哋系有冇力噶 ？OK 咗 ，OK 咗 ，OK 噶，冇事啊。好，咁头先呢个有冇力噶？冇事，冇事。好 ，anyway 啦，咁就咦？換咗部機佢，多謝你 ，Harry Nook Block Studio， 喂，佢 studio 嚟喎，係啊，應該有啲係咪用過一兩日嗰啲電腦唔要，跟住可以俾一部俾我哋啊，換個部電腦$10你知只係運費啦，我知嘅，電腦 sponsor 都接受，係啊，我哋可以10個 sponsor 噶，咁樣。係啊係啊，不過講真，即係我哋做 channel， 大家知即係嗰個。Hardware 的要求都真的高的，是的。那好了，我們繼續答題。喂，阿米，講緊你的道德底線。啊，是啊。你的道德底線就是隨時變。其實呢，有好幾集呢，是不是普遍啊，普遍大家都覺得我的道德底線偏高的。是。是啦，即是大家都覺得我是道德高地的聖人來的。其實我不可以說我不是，但是我覺得我不是要去宣揚大家我的道德底線有幾壞。是。是。是。多謝 Anthony 啊， AU 是什麼 ?Australia。Australia， 是啊。是。澳幣。你是不是當自己透明的？存在啊。黃醫生。是啊，在後面走過。他當自己不咦，熊猫医师入咗嚟啊！原来喂，熊猫喂，真系熊猫医师嚟噶，大家见唔见到熊猫医师医师 Panda 嗱，成日问佢嘅嘢嗰个啦，就系熊猫医师啦，啊咁样。系稻米啊，道德系道德高地嘅米系稻米，好几 OK 喎 ，OK。喂，其实我谂系我系 depends on
封煙嗰位人士嘅態度同埋嗰個處事手法，即係個態度差，我個道德底線係高啲嘅。我會突然間高咗嘅。哦，係啊，聖人上身。我又未到聖人，因為 我自己覺得愛呢樣嘢係冇錯嘅。係，如果你嘅前提係基於愛，我好多嘢咧會。道德底線突然間會冇咗嘅，或者好低。但如果嗰樣嘢只係基於人性嘅慾望咧，我就會覺得啊，咁即係有得揀啦。係。咁有得揀嘅話，其實咪一定要揀呢一個咁嘅做法咧？我都只不過拋翻個問題俾佢啫。係。係啊，咁同埋又咁講啦，咁我哋開封煙唔係你就我同個封煙噶啦。係。咁我都只不過係代表緊。如果我擺呢一個嘅暗米嘅立場，或者我擺呢個 standard， 咁、其實喺我呢個 standard 嘅人入面就會好明白點解我有呢個 standard 咯。咁唔明點解我有呢個 standard 嘅人，我就會去睇翻點解佢哋唔明白，咁我又可以多一個參考。所以其實有時候你哋覺得我高道德嘅時候，你哋再俾翻一啲 comment 出嚟，我係會提噶。咁我就會啊，佢啲佢又啱喎，咁樣咯。係啊。咁我 Hanky 神又講下 Hanky 神嘅道德底線係點樣啊？都係隨時變。我冇同阿米夾過，我真係本身係諗住咁答嘅。隨時變咧，我就唔係講緊阿米 case by case 嘅隨時變，而係我一路做緊呢個節目咧，而家做咗400多集啊！而家出街最新470多集嘅時候，今日係四百七十，做咗470集嘅時候，我冇可能話俾大家聽，我道德底線係冇變過，係真係有啊，而且都幾大嘅衝擊。咁最簡單啦，最具體啦，就係譬如話 S.M. 呢個字，以前聽落、喂好變態喎、S.M. 等同於變態啦。咁但係當我哋真係去啲 S.M. 場嗰度睇嘅時候，我嗰日同你一齊去睇、喂，其實係另外一樣嘢嚟㗎，只不過因為我唔了解，所以覺得佢變態啫嘛。即相當於當年我老豆唔知戲行係乜嘢，就唔俾我入戲行一樣啫嘛。咁所以呢我嗰個道德底線其實慢慢了解啲故事多咗嘅時候咧，其實我係更加有開放嘅態度去接納唔同嘅個案咯。只不過因為呢啲事情未發生我身上啫嘛，所以你就覺得好變態，你就覺得好唔應該。當你喺個 situation 嘅時候，你未必係咁睇啊。我個隨時就因為每一集個嘉賓個封煙 case 都唔一樣，所以都會有少許嘅唔同啦，咁樣嘅。係。Hello， 多咗好多人入嚟啊 ！Hello， 你哋好。係有人同熊貓意思 say hello。係啊，我哋而家做緊嘅就係之前大家喺 Google Form 交咗嘅 Q&A， 我哋回答緊。咁而家啱啱因為匿機咗一陣子啦，咁我哋而家先回應緊第二。咧就係、是。但我見到自己嘅，點解？咦，我見到嘅係輕機喎。哎，哇！拎到佢哋係咁拎。有啦。有翻啊？又拎，似乎又 OK 翻。而家 OK 啊？係咪？大家如果 OK， 可唔可以打個 OK 俾我字？你睇下個十字架咪知咯。好，咁啊，呢個串流目前咧，好係咪到跟住到第三條又 OK 翻啦？佢哋又 OK 翻啊 ？OK， 哇，咁即係多災多難嘅喂。今晚係輕技神，輕技神，你冇聲音都輕，人自己本人都驚嘅，你個人都輕埋。我不可以輕機的，陷公司輕機我不輕得機的。好，那麼 聽到了嘛，是不是？我們繼續了。那麼我們講回呢，就是說下一條問題啦。是。下一條問題呢，就是你們究竟用什麼方法去感應到觀眾的想法？這個是你啊，你經常都說，我腦電波又感覺到觀眾的問題，是你啊，你回應啊。我話俾你聽，咁我都係觀眾嚟噶嘛，我一諗，喂呢啲問題要問啦、啊、咁樣，咁但係有陣時咧，我直接問佢咧，啲嘉賓唔係好即係好似好尷尬咁樣，我
追問你咁樣，所以我就用第三者嘅角度，等你好過啲。係啊，等一下啊，有人咁樣問你喎，咁樣咯，好似唔關我事咁咯，咁樣。咁其實咧，我哋做製作人咧好慘嘅嚇。我哋做製作人咧就即係做創作咧，我成日同同事講要割開兩個腦袋，一邊個腦袋咧就係我嘅諗法，另外一邊腦袋咧就要企後少少，觀眾點樣睇？咁所以我問完問題，我要檢視翻成件事。觀眾在後面，即是一個第三方的立場去看這件事的時候，會有什麼問題？所以呢，我就將它 apply 成為呢，就是，觀眾有腦電波叫我問你，阿米你怎樣怎樣這樣咯，或者問我嘉賓，就是這樣了。其實是一種手法來的啫，觀眾實請的腦電波呢，我未必感應到的。好，下一條問題挺有趣的，做港男港女之前做緊啲咩？你問題分析到好好，又懂得安慰人。哇！呢條俾我嘅喎，原來輕言散。點解要 set 呢條題目俾我啊？係咯。邊個問嘅？而家喺呢個留言嗰度舉手。我問嘅咁樣，我睇下個人叫咩名先。好似冇名嘅喎。唔係喎。哦，佢係曾經分享故事嘅主角，佢括弧括住 S 字頭嘅，你個名得。咁首先，如果你覺得我懂得安慰人咧，咁啊恭喜我先啦，咁亦都恭喜你，因為 Hanky 就好少安慰人，那個阿米嚟噶嘛。阿米咧就得兩招嘅啫，一招咧就孖叉你，一招安慰下你。咁啊 Hanky 神咧坐喺埋一邊，食下波板糖嘅啫。咁啊，如果你覺得我安慰咗你咧，咁啊即係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分析問題咧就梗噶啦，呢個我分析唔到問題啊，就我一早執咗粒啦。咁然之後港男港女之前做緊啲乜嘢？我唔知道你係講緊即係錄節目之前我做啲咩準備定係咩啦。咁我之前咧我一直做 production house 嘅 video production house， 咁我做咗十幾年，公司好彩未執，介乎喺執嘅邊緣嘅咁咧。咁就亦都喺演藝學院教書教好似十年到啊，中間停咗一年，大概十年唔知十一年到啦。咁大概就係做呢啲，我做咗好多嘢，我做咗好多工噶。我有冇同你講過？有，係咁樣講過。我做咗咩工？你記得嗎？唔記得。呢個假情假意扮曬了解，我記得你講過，不過你講嚟聽下唔記得。唔係啊，我記得，但係做咗咩工唔記得。我總之就知道有一次你搭車同班即叫做帶你入行的人，然後分享一些關於他們去北上的經驗，你是覺得很大開眼界咯。我在馬會，是馬會，我是記得的。你只是記得北上的經驗，是你大開眼界的經驗。那份工不重要，你明白嗎？你打了什麼工不重要。笑死我了。北上要做什麼？不是，還有你記錯了，不是北上，他在香港。不是北上？不是北上。又說什麼？又說什麼？他在香港說完那些號碼，佐敦，是啦，找小姐。那我呢，就在那個某個，剛才不小心說了名字，某個機構那裡，就做導演組和攝影組的。咁我都做咗差唔多成年幾兩年，咁跟住就嗰度嘅叔叔咧，有啲叔叔即係年紀大我好多啦，可以生到我出嚟啦，嗰啲叔叔咁啊半退休狀態，咁佢哋咧就成架車 van 仔一齊去 set cam， 成架車都係講緊啲尋歡嘅嘢，即係真係去佐敦嗰啲啊嗰啲尋歡，嗯，咁啊講到我初頭以為佢哋係講大話。在我眼中，叫雞是一種遙不可及的事情嚟噶嘛，即係照記。我唔覺得我身邊會有人照記咯。跟住佢講到個個都講嘅時候，我又唔信，我開始邊度信？而我信完之後，我覺得點解成車得我一個人冇照過記咧？因為少年你太年輕。我唔啱啊！我覺得自己唔啱啊！真係有一個 moment 咧，我覺得咧，冇照記過係你唔啱。係啊。冇照記過，我要試一下，即相當於咧，即啊，你未申請過電郵啊？哎呀，咁你要申請一個啦。咁你而家都好唔啱喎，仲唔係後尾我離開咗嗰個小巴之後，離開嗰個車之後，
即係離開咗嗰班人之後咧，我又醒過做乜嘢一定要照幾多黐筋嘅？呢啲個你嘅選擇，我唔一定要跟你咯。我喺呢個故事深深感受到一樣嘢就係、是，喂，朋輩嘅影響啊。係啊係。講真，呢、這個係真的。即係無論好與壞，朋輩對你係有咁大嘅影響。係。Aaron 係記得你做過咩啊？做過銀行啊？佢話你。係啊，我做過銀行。哇，點解有人知嘅？佢記得啊。你可能有講過啊！我做銀行，咪就係我唔記得咯。我做 S 字頭嗰銀行，我喺總行做嘅。咁我好多謝總經理 Dora 小姐。係。我第一年去做咧，咁佢哋好錫我啦。佢第二年嘅時候咧，佢專登揾翻我去做。跟住咧，我嗰陣時啱啱升轉 Film TV School， 我喺 Drama School 轉 Film TV School。咁要開學要準備一啲嘢、我就同佢辭職、我做咗7日，跟住佢同我講：哎呀，真係太可惜啦！佢專登炒咗一個人去請我入嚟嘅，哇！我尿都飆埋咁滯，我太對唔住佢咯。但我真係要做開學嘅準備，因為我轉 school 有啲嘢準備要做。咁、如果 Dora 阿總經理你仲睇到我呢條片嘅話，即係喺網上面，我再次向你道歉，同埋我再次多謝你。我喺銀行學到好多嘢，亦都好多謝上上下嘅同事咁錫我，咁照顧我，多謝你哋。咁、我第一份工喺 M 字頭嗰間快餐廳做。哇！咁應該係好細個嘅事啦。係中學，我離開屋企嗰陣時就係攞住嗰3000蚊離開屋企嘅。咁所以咧，嗰間 M 字頭嘅快餐廳咧，成就咗今天嘅 Hanky 神其中一部分啦，起碼都，亦都多謝你。其中一個經理咧，係我嘅中學嘅師兄嚟嘅。sorry， 打斷你，過咗500啦。過咗500啊？係過咗500收看人數。係。好。其實50都當贏噶啦，我今日賺咗噶啦，多謝你。多咗個零啦。係。OK。好，然後下一集啦。下一个问题，下一集啊！你又冇饮，你又冇饮。我闻到你哋嗰啲酒精味啊嘛，有啲晕啊。好啦，老老实实啦，几百集哦，这个重复咗。我最深刻嘅故事系边一集？你先，我先。你先啦。我有两个嘅，咁其中一个就系、是、我。如果大家覺得我道德底線很高，真的要聽翻呢集。我叫人哋去私奔。哦，請問我的道德底線，剪一啲咒出嚟。有冇紙巾？因為請問我的道德底線有幾高？係我剪一啲咒出嚟，因為我好大力放低咗個杯。咁揚揚我道德底線好高，邊有可能叫人哋去私奔嘅？真係。哦。唔係私奔唔一定道德底線好高與低嘅，因為嗰個係關於兄妹。哎係啊 ，Harry ACE 你好啱啊，兄妹嗰集，我直情喊添啊！咁亦都係我第一條片拍到喊啊！係，跟住第二條緊隨上嚟令到我喊咧，就係、是，唉，男人都係後知後覺，係分手後就發現女友真的很愛他，得哦。嗰、那個浪子回頭啊嘛，嗰、那個嗰兩集係目前係我即係好多都好深刻啦，即係幾百集邊有得兩集啊？就係、是、只係我入咗嚟做無奈，令我印象最深刻就係呢兩集先。我最深刻嗰集咧就係、是就係、是、exactly 個浪子回頭，大家揾翻浪子回頭四個字。咁浪子回頭個集。的名字都是我自己改的。咁啊，講個嗰個男士咧，就佢嗰幾年冇去好好珍惜個女仔，個女仔真係分手啦。咁啊，講到好決絕，佢先至揾我哋啊，佢揾我哋就專登咧聯絡我哋咧，就話佢想做翻一集去氹翻個女朋友。咁我哋嗰日係即時夾時間翻嚟，冇錯。咁啊！即刻，我哋今晚收到嘅信息就即刻咧，聽朝咧，我記得仲係11點翻嚟。我叫埋個剪接師 stand by， 然之後咧，因為字幕出唔切街啊，咁咧我就叫埋啊男主角咧，佢開埋自己名，開埋真聲嘅啊 Gillian。
咁阿 Gillian 咧，佢咧就用翻自己嘅時間啦，去幫手做字幕。我記得嗰次亦都係唯一一集簡體字幕，因為佢女朋友咧係內地人睇簡體嘅。咁我哋咧就粗膽粗粗講咗幾句普通話添，咁樣。咁亦都有人問嗰一集咧，其實個結果係點嘅？咁其實男主角亦都唔介意，亦都喺留言嗰度自己講翻嘅。咁我亦都講翻俾大家聽，就係、是女仔後尾。有另外一個追求者，咁所以佢離開咗，就亦都解釋到點解咁決絕。阿米嗰陣時有講嘅，即係會唔會係咁咧？佢覺得可能係咁咁樣。咁所以阿米講嘅嗰樣嘢，亦都我好深刻嘅體會啊！即係去到往往就係去到你失去嘅時候，你離開嘅時候咧，你先至懂得去珍惜咯。即係咪周星馳嗰個對白咩咩你？曾經有一份好真摯嘅愛情喺我面前，但我冇珍惜。如果到失去嘅時候，係咯，如果俾我加上一個限期，就係一萬年啊！呢個係好真切嘅體會嚟嘅。咁佢亦都痛定思痛。哦，嗰三支嘢，嗰三支嘢咧就係醉貓先嚇 sponsor 我哋嘅酒，咁啊整咗兩箱俾我哋，大家同時喺度飲緊，仲飲緊，佢又飲緊，好飲。咁有三款，包括洛神花酒啦，唔係呢度呢度，你飲完啊嘛。我吉樽，我已經洛神花酒啦，醉檸茶啦，唔係凍檸茶喎，醉檸茶喎，呢、這個醉花茶啊咁樣。咁咧就我又再讀多次啦。咁啊，如果醉檸茶咧，就係、是、佢可以二次調酒啦，咁樣亦都係檸茶係香港最喜歡嘅飲品之一啦。咁啊，呢、這個醉花茶咧。是香，我覺得很香的。咁就是茉莉花茶和接骨木花咧提煉出嚟的花香，再加上番石榴的香甜和色澤，打造成玫瑰色調的清爽花酒。咁最後一款咧就係洛神花酒咧，就堪稱是茶酒界的紅寶石，亦都我覺得三支我自己覺得最香的一支嚇。咁用水蜜同青檸等等嘅調和，咁大家可以試一下。咁我哋各位同事飲到咧就係舐舐脷啦。咁啊，大家可以喺文字描述嗰度咧，就可以睇翻嚇佢哋嘅官網啦，咁樣咁啊，中意飲幾多飲幾多。咁我 Hanky 神今日冇飲嘅，因為我揸車。不過唔揸車我都係冇飲嘅，因為我係會醉嘅嚇，無謂失儀態。好啦，下一條問題。喺下一條開之前好開心啊！點解咪瘦咗咁多？好啦，我話俾大家聽點解，因為 Hanky 神嘅攝影技術太好啦。講完。今日換了新的燈啊！你有冇留意啊？睇到嘅，但我想講啊，暫時冇我睇到嘅。係係，得繼續。但我想講其實大家如果見我真人，其實我唔係真係咁肥嘅啫。唔好咁口響啊！你講得。係啊，同事可以做。我係均正。哦，我複述啊！如果大家聽唔到，同事話。同事可以做證，真係唔係咁肥嘅咋，哈哈哈咁樣。唔係咁肥啫，真係肥。我係均稱 ，OK。係均稱我啦。阿米好似好飲得，唔係好飲得嘅，飲下啦咁樣。係7%唔係太高咋。係。啲酒先4.幾，咁你覺得7%？咁嗰啲烈酒，其實我可以自己兑曬成支梅酒㗎。然後翻唔到屋企。翻到屋企。打還翻屋企啊！唔係我翻到屋企，不過講過咯，點都會俾自己翻到屋企先醉。然之後冧低啊！好啦，下一条，其实每条片花功夫有几多，而每次录影背后功夫又有几多？黄绿医生可唔可以答下？医生啊，医生，一日剪三条片左右啦。佢一日就声称自己剪三条片左右，我听佢嘅语气有少少不满嘅。即系剪得太少啦，要剪多啲。我会慢慢跟他调和一下的，但他的样子不是他的样子，哎够够了，我剪三条够极限。大家有没有看菊花宝典的黄医生，就是刚刚说的这句说话，昨天试音的时候大家说他很漂亮的那个。看出多来一次啊，麻麻地，刚才他已经扮晒嘢攞嘢咁喺度行过了。等大家见到他侧面。咦，有人加入做会员喎，要我mom。要我mom。佢真咁尴尬，佢个名真系叫我妈，叫我妈，叫我妈妈。讲起我妈咧，我妈有睇嘅，唔系啦，佢唔系呢个 account 啦。我妈有睇。手臂系大只嘅，因为我打排球。佢打排球，唔系即系
有陣時啲燈光效果以為好大隻。有人用你啲 sticker 啦，終於見到 ，so cute。誒，多謝你。K C 膜啊，用咗你嗰個笑笑 sticker 出嚟。多謝你，多謝你 ，K C 膜。啊 ，OK。咁實情就有功夫幾多啦？我同大家講講啦。首先我哋要接啲 case 啦，接啲 case 咧就係平時我哋封煙嗰陣時嗰部手機。咁有幾多咧？嗱，呢度咁遠距離，應該唔係好見到嗰啲名噶係嘛？係咪冇？都唔建議喎，真係唔好建議。佢哋一張 capital 放大咧，你見到人哋啲號碼。咁咧嗱，即係你大家見到啦 ，OK？ 咁咧我係咁以數一數啦，你睇下係數唔到個底嘅。你知唔知一日有幾多人揾我啊？你睇下，如果我識咁多女仔好啦。咁咧，哎呀，衝口而出講啲真説話添。咁咧。唔係入面都有女仔嘅，都有女士揾你嘅。係啊，是是我哋封煙係有女士嘅。佢目的唔係我嘛？咁咧就然後我就會篩選嘅，因為故事通常太多嘅。咁啊篩選一啲比較有代表性啦，或者有衝突啦，因為有啲其實佢又唔想出街嘅，即係我想分享但係唔想出街咁啊，大家傾下偈咁樣。咁啊出得街，跟住我就會篩選咁樣。篩選完之後咧，我就會同佢約時間，又亦都要約暗昧時間。咁呢度順便講一講啦，好多嘉賓咧，佢以為你24小時 stand by 嘅，佢話我今晚四點都唔得閒啊，叫阿米咁樣。問我得唔得閒？唔係啊，唔係佢唔係問得唔得閒啊，即係佢話我今日四點得噶啦，到時打俾你啦咁樣，你兩個接電話啦咁樣。咁我就會好慢咁樣話俾佢聽，好耐性咁話俾佢聽。其實阿米咧今日未必得嘅，咁我要約時間，我得阿米得，你又得，咁咧三個時間咧一齊。咁同埋咧，大家要知道咧，我哋唔係每日錄一集咁樣咁低效率嘅，我哋咧 group 埋咧就會一次過錄幾集嘅。係啊，所以點樣解釋咧？阿米可以喺早期咧，好杯百零集嘅時候，啲人問阿米咪冇衫著，點解著咗兩個禮拜咯，仲係嗰？其實我想講咧，我襪啊，閒閒地啊，都成兩個櫃桶啦，邊有你冇衫著啫？係阿米咧，係啦，你哋如果 super check 佢咧，就唔使 super check 衫同埋襪好多，咁啊其他嘢。就 super check 佢啦，咁樣。唔係，我會繼續去買多啲衫，大家都可以。係啊，咁我哋通常一日咧可以我記得最癲有一日真係好癲，由朝頭早坐到天黑。錄咗十幾集㗎。十幾集。係啊。嗰日好扯啊，又要夾佢哋，可能放飯要即刻打俾佢哋啊。跟住又要夾佢哋放咗工翻到屋企啊，有啲人可能行緊去搭車啊。係。除了放飯和放工之外咧，有些衰仔同我放飛機添，咁啊搞到我啲時間亂曬，即係我冇理由叫阿米喺度坐呆坐半粒鐘，咁我又要同其他嘉賓去調時間啊，或者點樣？咁所以咧，大家如果真係約咗我哋時間，唔該 be punctual， 準時少少啊，嚇專業啲啊，就算封煙。跟住佢就會鬧，喂，你要遲我一分鐘答我。係，我哋亦都有陣時咧傾得興起，會遲咗好多好一些時間。打俾下一個嘉賓咁樣，亦都即係同大家道個歉，唔好意思，因為有陣時你知啦，阿米好長氣噶嘛，咁咧就傾多啲，因為上次咪一集我間粗斷你嘅，唔記得啦，因為基本上集集你都好想間粗斷，係啊，你係希望每個嘉賓講三個鐘都唔得啊嘛，大佬，會影響公眾利益啊，知唔知啊？咁然之後咧錄完之後咧，我哋就要交俾剪接師啦去進行剪接嘅。咁啊，進行即係將啲 dead air 啦，或者冇咁好，或者冇咁精彩嘅部分咧，或者係留翻專登留翻啲精彩嘅部分，專登留起佢，咁喺長版本度推出。咁我哋短版本只可以有限時間簡介一個故事大約係點啊。咁通常長版本咧都多即係 30% 甚至 50% 嘅內容嘅。咁所以大家如果覺得啲內容係精彩，應該去睇長版本嘅。咁亦都解釋到點解有啲故事，點解硬係聽唔明啊？好似爭啲，好似有筆啊，有問題嘅咧，就係因為未睇長版本。嗯。咁啊，長版本咧，
我哋同事咧阿港男港女 Top Boy Top Girl 啊，咁咧佢亦都咧 send 咗条 link 啦，可以入咗我哋会员咧，同时可以解锁我哋 TG 群组一齐聊天喎。佢讲到好似 TG 群组一齐聊天系好开心嘅事嚟，我都觉得好开心啊！唔睇一阵就已经千几个啦，系啊，每日讲紧几爬文啊，几千个 message， 好多人喺度讲嘢，咁亦都有一啲嘅叫做咩啊？封烟嘅嘉宾喺翻入边嘅 ，OK， 咁。然之後剪完之後咧，就 upload 出街。我 upload 其實一堆嘢嚟嘅，所以我隔離呢個 Jason 咧就負責咧，要排啊，因為要排日子、要排時間出街啊，啊咁有 tap 翻 link 啊、blip 啦，咁好鬼多嘢做，咁樣。咁然之後，哦，仲有啲分量，分量啊！你要提翻，你知可唔可以爆啊？可唔可以爆啊？你知唔知佢幾？你要想想他幾辛苦，要看幾多嗰啲片，所以找到那些圖啊！大家分，大家嗰啲分分咧，嗰啲縮圖啊！大家覺得精唔精彩啫？下面留言話俾我聽。你哋估係俾咗幾多張啊？你哋估係邊個精彩嘅？精彩嘅就寫精彩嗰兩個字。俾啲聲你聽下先。同埋你要估邊個 cap 嗰啲圖落嚟先。好，今日大家留言嘅時候，我都講一講先。木口人二話其實剪嗰個都辛苦，因為差唔多要收。我想講咧，佢哋唔係揀嗰啲弊啊嘢。我當初覺得同事，我每一次翻嚟，我都會同佢哋講辛苦你哋啦，要聽咗我把聲咁耐。我幾個技術問題，點解長版本係唔可以熄 mon 播放咧？呢個係限制於 YouTube 嘅會員制咧，佢係唔可以咁樣做嘅。啊，唔關我哋事嘅。咁啊，我哋亦都企图同 YouTube 反映过噶，咁啊，等下 YouTube 点样回复我哋啦。咁啊，我咁啊，我饮晒，又饮晒啦，好，哇，咁好饮啊！我想要化醉柠茶，哦，好啊，好啊。咁、啊、然后咧，嗱，嗰、那个呢个系咩啊？精彩系嘛？系啊，精彩噶，精彩噶。咁咧就系黄医生做嘅呢个 thumbnail 啊，黄医生。如果大家想一睹黃醫生的風采呢，就可以看回菊花寶典，黃醫生呢是有出現過的，是飾演了黃醫生的。他們經常他們你知不知道那時候留言呢，他們突破盲點就問為什麼黃醫生不戴手套，我拍的時候就已經跟你說他們一定問，還要他還要是什麼幫你查完之後還要拍你好了，喂，水嚟噶，唔該你，唔該你，係多謝你。咁就有冇兩位主持嘅秘密要爆？有冇啊？你哋有冇主持嘅秘密要爆啊？靚仔 ，Hanky 係靚仔，我都話咯。已知嘅嘢就唔好講。阿米係靚女咧，可能要講一講嘅，唔講大家唔知道。唔好意思啊，又要打斷大家。咩啊？回應下啦，回應下啦。我唔係扮 Q， 我係 Kai， 其實我嗰啲叫 Kai。有人話你扮 Q 啊？係啊係啊。咁你可能成日想回應一下，我嗰個唔係叫 Q 咗，嗰啲叫 Kai 咯。阿米冇，阿米冇，阿米冇乜。好驚喎！呢粒音啊，即係有啲膠咯，個人。阿米冇乜本錢去扮 Q 㗎啦。真係冇乜啊！亦真係冇乜啊！阿米冇 Q， 真係叫 Q 啫咩？亦都冇扮 Q， 呢個我可以咁講。咁啊，如果你話佢扮 Q 咧，我諗。啊，觀點與角度啦。同事以為我睇黃片，嗰啲分鏢又真係好似，我有時打開都好冇意思。同事以為你睇黃片係喺你打開咗條片之後睇黃片定係之前啊？我未講翻 Oscar U 嗰個話剪接師有冇兩位主持要爆佢，俾咗15蚊，佢俾咗15蚊爆口費你啊！喂，爆響口嗱，係得今日嘅啫，要爆我兩個好爆啦！冇得講嘢咯，拍緊嘢嘅時候。咁呢個咪秘密，呢個專業係要收聲㗎。呢個專業嚟㗎嘛 ，cut 都唔俾，有冇咁嚴？我哋要下面爬嘅喎，我要爬過。去廁所要爬。喺呢一個 camera， 你爬一次俾我睇。有陣時咧，你錄緊嗰陣時，尾時見到個背脊行過，有冇搞錯？我哋好盡力㗎啦，大佬。係啦，其實咧，因為我哋嘅佔據咗幾長嘅距離嘅，咁所以咧就。剛才阿 Jason 試過咁樣行過，爬緊。喂，咁呢個唔係我哋嘅秘密要爆，咁呢個製作本身嘅需要。而家問緊有冇秘密，我哋兩個秘密要爆。有
即係譬如話 Hanky 散喺角落頭隨處屙尿，咁你而家爆啦！可能 off camera 之後阿咪，可能 off camera 阿咪好似啊，喂喂，唔好咁夾場，有冇啊？要爆好爆啊！我話俾大家知咧，我真係好似嗰啲新聞主播咁樣咧，我著拖鞋㗎。Hanky 嗰對最好似嗰啲阿婆拖鞋咁樣咧，你哋見到有支婆婆嗰啲拖鞋。唉。因為咧，我哋咧喺 studio 錄影太長時間啦，咁既然咧見唔到下半身咯，咁咪算數咯。Hanky 冇著褲，係啲有時唔係著褲就唔好亂講嘢，有啦。有冇亂？好似黃龍飆身嗰次係咪冇著褲？著褲冇著褲，係都著翻條底褲。我縮圖公司睇好尷尬，咁樣快啲開咗入去睇都冇冇縮圖咪唔尷尬咯。好啦，咁我哋我哋翻翻入我哋嘅 Q&A 嗰啲问题先。好，Hanky 其实阿米你做过几多份工？喂，今次问你咯，我就答咗啦。做过几多份工啊？啊，你使唔使谂一谂啊？十份咗啦。十份咗都唔少喎，工作经验颇多啊，呢个妹仔。系啊，从来冇单过正职嘅，全部都 part time。四个字，不务正业。系，冇有错。真系不务正业啊！我收到风系，收到风点回应啊？我可唔可以企起身？跟住又问你，唔系，你收嘅风系啱嘅。Hanky 系女人嚟噶，你咪当我系女人都 OK。我系打咗差唔多十，我可以同一时间打几份 part time， 所以其实十零份。哦，你计埋 part time 嗰啲咩？计埋 part time 即系不务正业，就梗系冇正业，全部都系 part time。你啱。我就好清醒噶，我冇醉。我都有，我应该唔够十份工。我入咗，我喺演艺学院毕业嗰年就开咗自己公司。嗯。咁之前应该十份工，我数埋俾你听下 ，M 字头嗰、那个快餐厅啦。系。跟银行啦。银行都后期啦。我喺 Sony 做过 technician 啦。在東閣大樓，唔係東閣大廈，銅鑼灣做保險，唔係做保安，做保安係咪？你就係做保安嗰個？唔係啊，做 technician 啊，攝影機啦，跟住仲有咩？我喺 CNN 做過新聞啦，做 camman 同埋剪接啦，我做過國際新聞，幾勁啊！咁就，但係我。冇做新聞啦，做咗一兩年，我覺得我都唔係嗰皮啊，咁我冇做到。咁之後馬會啦，咁即正式公司係呢啲咯，咁啊，即我啱啱畢業嗰陣時，我離開屋企，我冇錢啦，咁啊要資助自己，我去補習嘅。補習係我其中一份好重要嘅工作嚟咯。我記得，因為其中一集我哋就係講補習嘛，你就話點解你以前幫人補習冇遇過呢啲嘢？我第一份工係黃忠 sales， 我嗰陣時仲要講大話啦，我認為講大啦，即係虛報。做咩啊？有甩機啊？冇。即係好奇怪嘅，成日話要請人，但係咧冇經驗就唔請。咁你唔請我，邊有得嚟經驗啫？啱唔啱先？咁嗰時咧，其實就即係算叫做喺啲親戚以前朋友啲親戚度幫下手，我就覺得啊，我都叫做有一個 work 嘅經驗啊。咁所以當人哋問我有冇經驗嘅時候咧，我就話有咁啊。嗯，係。咁佢就請咗我喺間男裝鋪貼啊，黃仲冇咗噶啦，而家，所以我先咁講。你做完就冇咗啦。唔係咁多年，好多好耐噶啦。讀書係啦，咁啊係嗰度做咗，跟住後嚟發覺男裝都唔係咁好做啊，都係轉去女裝啦。咁啊，即係都喺黃仲入面啊，轉咗女裝，咁啊轉咗幾間啦。咁後嚟我又因為好中意飲廢水嘅原因，我入個廢水店做。係啊，哦。係啊。咁即係你識搖嘢嘅喎。我識沖嘢。沖嘢啊！擺落有機搖嘢咧 ，bartender 搖嘅，
手搖飲品咧就俾部機搖嘅，唔、oh, 使我搖嘅。OK， sorry, sorry, 我只需要知道個配方比例咧，跟住擺入部機。一斤兩斤咁樣。咁我年齡揭露下啦，應該大家都唔知道。其實香港咧，首先引入台式飲品咧，係一間叫鮮即顏嘅連鎖店嘅。係啊。咁而家僅餘石果有一幾間啦，但以前曾經係真係每一區都起碼多過一間以上。我以前讀書嘅時候，灣仔都有一間。咁嗰陣時我就喺嗰度做過啦，咁啊又喺某個 D 字頭嘅西餐快餐店度做過啦。係。咁跟住 D 字頭啊，法國嗰間啊 ，Dufas。係。係啦，咁喺嗰度做過啦，咁後嚟開始，因為我要儲錢去讀去讀 image 啊，咁跟住發覺讀完 image 都係做翻啲關於 image 嘅嘢，我就開始去啲化妝品牌嗰度做啦，咁樣，咁啊後屘再轉接就入咗行啦，咁樣。好，咁啊呢個係關於我哋嘅工作啦，工作咁啊對你自己嘅體會。佢哋笑我啊，手搖係俾部機搖，咁仲係咪叫手搖啊？佢又好啱喎。但而家係嗌呢啲嘢做手搖飲品噶，但係真係俾部機。唔係你最尾嗱咁樣啊，即係你佢係經阿米隻手交俾你嗰下都搖咗一搖噶嘛。喂，好叻啊！佢哋知道係 Daddy Fun 啊。係，一係啊 ，Daddy Fun 啊，哦，我媽好中意喎，成日攞佢啲優惠券，嗰啲優惠券係好邪惡嘅循環嘅。係嘅咩？我唔知喎。嗱，你而家就100。減50啦，咁你下次去食啦，食完之後佢又俾翻咗150，你走唔甩噶，哦、一路係咁用。好，跟住多謝B200係咪啊？係 B200 應該係啦嚇。多謝你嘅，哇！佢呢個係歐羅嚟㗎，歐羅係咪歐羅？哇！係咪呢個係咪都係歐羅？係歐羅嚟。好多謝曬，多謝曬。多謝你，多謝你。好，跟住繼續下一條。係 OK， 我哋啊。会唔会考虑定期，例如每个月其中有个周末直播，有现场气氛系会比较好啲？喂，系咪觉得现场气氛比较好啲先？讲真，大家系咪真系想每一个月有机会有一日 live 先？吓，系咪真系咁支持先？系，喂，真系有嗱，要有咁多观众睇，我哋先至真系做得到出嚟啊嘛。咁咧，我就要问清楚啦。大家如果真的想看 live， 可唔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你们嗰个深夜点？可唔可以借张纸巾嚟洗洗啊？你做乜咁感动流鼻水啊？流眼泪啦，男儿也流泪。Yes， 哇，好多 yes 啊，好多 yes。嗱，又咁讲啦，即系趁阿兴贤寻抹紧鼻水嘅时候，我讲下啦。其实咧喺唔忙嘅时候，我哋真系会拎住个 shaker 杯去摇嘅。但係好忙嘅時候咧，手我就得一袋，而每一次我最多都係攞住個大 shaker 杯沖到兩杯 normal size 嘅出嚟，所以其實係要落機搖嘅。OK， 好，哇，好多人支持喎，咁我哋可以真係考慮一下。咁啱啱有位觀眾咧就問Super Chat Hanky 可唔可以剪頭髮？你唔好大我。嚟，等陣先，你答呢條問題咧，我要講下咧。話説咧 ，Lisa 即係。Lisa 唔係 Lisa 姐，係啊，邊個 Lisa？ 邊個 Lisa？ 就有人話佢長期嗰個齊音點解可以咁犀利，點跳法都咁樣遮嘅咧？咁可唔可以即係有咩辦法可以令你打開額頭咧？咁佢曾經就開過話，唔知幾多億汪佢就可以打開個額頭啦。咁樣，咁你而家咪想開呢個 offer 出嚟啊？跌下個頭髮值幾多錢？嗱，我話俾你聽，我而家就未知咩價。但系 Hanky 神咧，对上一次剪头发咧系几长咧？你知唔知噶？唔知垫地啊！我知你冇错，系垫地嘅，我系可以踩到自己头发。咁你不如讲下你几高先？我170，我170，170cm 长嘅头发啊！应该唔止嘅，因为你喺个头咁样绕落去啊。系啊。哦。咁嗰条头发咧，今日剪咗啦，喺我屋企。嗰條嗰輯啊嘛，嗰束嗰劈啦，唔知啊。撩埋曬咗一嚿。唔係，掹起咗嘅，掹起咗嘅。
哦，咁搞笑啊！好啊，多謝 S， 我唔識讀佢個名啊。邊個 ？Gabriel 啊 ，Joy Rice 喺邊度 ？Gabriel，Gabriel。哦 ，Gabriel，Gabriel，Gabriel。Gabriel， 多謝$78，多謝多謝。跟住就有個 Low Han，Hello $10，多謝。好，佢話啊，有人留言話，如果係嘅話，就星期六日。即係做呢個月 live。好，咁我哋睇下嗰個時間啦嚇，要睇下米姐肯唔肯放期出嚟啦，因為米姐好多嘢拍噶嘛，係咪？我約阿米姐咧，係我哋成個 production 最花技術嘅一個步驟。我睇下你啊，阿米而家即刻手搖啊，好啦，搖啊搖。要想边个要 ？OK， 要要。点解 Hanky 神会留长头发？喂，讲起嚟有段故，系咪真系要知道啊？你哋知唔知道啊？有冇讲过啊？唔知啦，你唔得闲剪啫嘛。唔得闲哦，冇钱剪头发系其一。我记得有一集咧，就系个学生打嚟讲关于长头发俾人剪嗰样，好似你又表达过，你唔明点解男人唔可以长头发嘛？哦，呢个系性别上面嘅一个歧视啫，即系点解男人唔可以长头发？咁但系 Hanky 散留长头发咧，纯粹系因为我当时学戏剧，我学戏剧，咁我学戏剧嗰阵时咧，就老师话。作為一個演員，你應該要咩條事？喺安全唔犯法嘅情況底下，你乜嘢都可以試。咁一試就試咗咁多年。咁我幾中意咧，去試下做女人。哦。即係女人嗰種嘅感覺。咁我唔係真係要扮女人啊，真係要著裙我冇。我仲想講喎，我借啲衫。唔使你衫唔啱我 size 啊。咁咧。我都有啲 oversize 噶。OK 好，我諗啊。加大碼咁樣。多謝你先，多謝你先。咁咧，我其中一個咧就係我留長頭髮。咁啊，如果有演藝學院嘅同學，大家見過我係嗰陣時咧就扮正義啊，粉紅色頭箍孖辮仔出街。正義唔戴粉紅色頭箍，但係會孖辮。佢有頭箍嘅喎，係嘛？靜香唔係靜香同正義係同一個人。靜香同正義係同一個人嚟㗎，孖辮啊！同一個人嚟㗎。哆啦 A 夢同埋叮當係同一個人嚟，你哋咁樣會好hurt我哋，即係阿福比較後生。阿福以前叫咩話？小夫同唔係而家叫小夫啊，以前阿福啊嘛，即係伴虎同技安嘛。係啊，咁咧，大家聽，而家叫咩啊？其實而家係技安伴虎同埋伴妹，以前叫技男，技男啊。蘭花蘭紀蘭啊，係啊，係啊，再生一個叫紀陽。咁咧就我就走去留長頭髮，彩喎，就係咁啦。彩喎，哇！咦，我開始見到自己紅啦。係，其實好耐㗎啦。係咩？啊，多謝 Man 春亮，多謝你。係啊，15蚊。係，應該似乎你係姓亮啦，姓梁嘅。姓梁嘅。你講阿米定我你啊！哦，這個頭，如果你話讚係好靚好睇咧，就多謝你先。我話俾大家聽，喺我身邊超過90%嘅人都話係好醜樣，同埋建議我剪。我一剪頭髮咧，個個都話我超靚仔。唔係嗰個超靚仔係來自於個反差嘛？喂，你終於肯剪頭髮，而家我嗰陣時讀演藝學院嗰陣時咧。要 in 一個獎學金，賽馬會29萬嘅獎學金，咁啊學一個學院淨係派一個學生出去啫，咁啊好派唔派派我出去啦。院長開口叫我你剪頭髮，機會大啲。係，咁院長開口你冇得 say no 啦，剪咗。院長剪完之後，即係我剪完之後，院長行埋我度，咁啊似翻個人啦。咁樣，即係當然佢半講笑啦咁樣，所以大家係好唔中意我長頭髮嘅。好，好啦，講埋阿 Wish 之後，我哋去下一條啊。阿 Wish 話有一次喺 Causeway Bay 見到 Hankin 散，但係唔敢相認。邊度啊？邊度？喂，嗌佢啊！下次見到 Hankin 散唔使驚噶，嗌佢啊！大家唔使驚。我嗱。我最怕的那個人叫我知邊個，我好像冇講過俾你聽。我咧就
泊架車喺一邊，唔知執一執車尾咁乜乜啦咁樣。若交通警行埋嚟，咁我哋呢做司機嘅梗係心虛噶啦，咁樣咪驚一驚啦。跟住佢話：喂，呢度七點至七點計雙黃嘅喎，小姐。唔係，佢冇講，佢唔係認錯嘅，冇錯認錯，小姐。佢話：咦？YouTube 港男港女 Hanky 散，跟住我话得嗱，因为点解我唔俾佢讲嘢咧？因为佢讲嘢只有两个可能性嘅啫，一个可能性车牌系身份证，即系你 YouTube， 我都要秉公办你嘅车牌咁样。另外一个可能性咧就放我走，咁我唔俾佢讲，我而家即走就用，我嘣一声就走咗啦，我唔俾佢讲下一句说话。系OK， 有人问 Hanky。读演艺 APA 的时候梦想是什么达成了没我想做 video 我想拍电影达成了没我可以告诉大家梦想会有少少的变化这个我顺便讲一讲就我也跟我的同事讲世界上这么多职业呢是没有一个即不是所有职业呢在你的大学或者个即係專上學院可以讀嘅、啊，例如我後尾走咗去搞航拍，係冇航拍呢一科嘅。後尾我翻去演藝學院，其中一科就係教航拍。嗯，唔係所有科目你讀完之後就要做嘅。咁你喺讀嘅時候，你慢慢揾到自己想做啲乜嘢。咁我後尾想做 video， 想做航拍一啲高技術難，即係冇人做嘅嘢，等我去做啦。咁樣咁、我引入咗即係航拍喺香港。咁所以你话我达成未呢我实现咗个梦想，我入行咯。但系你话我成功未咧，就未嘅，就系咁。咁我哋再睇下一个问题咯。最初开呢个类型嘅节目初心系啲乜？做到而家有冇唔同咗？系唔系你哋预期中？你觉得咧？不如我话俾大家知我。點解會喺呢度出現、啊、我其實當初興神好原初係有一個 project idea 喺度嘅，咁就係關於一啲真係去講兩性之間愛情嘅一啲相處啊、關係啊、問題啊、衝突咁樣嘅。咁當其時就即係出現咗喺個 studio 度即係傾偈啦，我哋形容為。咁啊，後嚟就真係開咗一個相類近嘅節目。咁但係就當其時未用到嘅，咁喺嗰陣時嘅交談，我記得我曾經同你講過，我係好想做 DJ 嘅，因為我細個聽即係電台大啦。咁後嚟當興賢神開始有呢一個封煙嘅 idea 嘅時候咧，我唔知你係咪因為記得我話我想做 DJ 啦，即係可以同人傾偈，咁你就揾咗我啦，就問我有冇興趣啦，咁就開展咗呢個封煙嘅。咁但背后点解你会开封烟咧？就交翻俾你啦。背后点解开封烟咧？咁我即系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冇人做呢样嘢啦，啊，冇人专系做呢样嘢啦。咁啊，起码喺广东话市场冇乜。咁我啊专系挑战冇人做嘅嘢啊嘛，人哋唔做我就做。嗯。咁人人卖鱼蛋，我卖鱼蛋冇乜突破。咁我就系抄人哋嘅啫。咁所以咧，我就做人哋冇做嘅嘢，咁我就用封煙，封煙可以更真實地去呈現呢樣嘢，咁同埋就即係聽多啲人嘅意見，咁所以初心就係咁樣。咁啊，點解係阿米咧？咁我哋都卡咗好些嘅，你都知道我哋卡咗好些演員或者主持。咁阿米喺各方面咧都好做到中立，即係呢個戲劇上我係比較。欣賞一些比較中立的演員 neutral 的演員 neutral 這些詳細的戲劇理論我不是在拋書包所以就為什麼 我就最後就找了阿米做到現在有沒有什麼不同了你覺得我覺得是有的 是什麼呢又不知道是多少集開始就不同了我哋當初就即係打算嚟講係鬧交啊，佢唔氹我啊，我嬲啊，係小打小鬧嘅事情。佢要我還翻隻求婚戒指俾佢啊！阿千千嘅故事，即係都係一啲我覺得幾好聽嘅故事。我哋唔知真係邊幾集突然間
多咗一啲關於可能係出軌啊、唔專一啊嘅事情之後咧，大家拋妻棄子啊，好極端嘅。大家好似發現咧，原來呢個世界上唔係淨係得我經歷緊呢樣嘢㗎。係，我終於揾到個樹窿可以傾心事啦。哦，大家就開始咧。哦。真系落雨暴雨式咁样就 send message 俾佢啊，就开始全部都系好极端嘅例子，都系呢啲。系啊，所以我就觉得系有唔同咗嘅，都有少少嘅，我都有少少嘅。咁啊，可能嗰啲小打小闹嘅故事咧，可能大家唔系好打动啦，或者唔系好关心，或者唔系个 juicy 嗰 draw 到大家嘅 attention 啦。咁我都企圖即係平衡一下呢樣嘢嘅，或者我哋亦都有諗過開第二個 channel 去講一啲另外一啲嘅比較女仔啲嘅故事，比較少女心事啊、女仔情懷嘅故事。咁呢個我哋都考慮緊，咁大家可以俾啲意見俾我哋啦。有少許匿機係嘛？佢哋話有一時事，係啊。是即是没有整体 OK 是不是现在突然间又说拎得很劲。是不是拎得很劲啊现在突然间拎得很劲。嗱，我试下转下圈大家就知道了。看一下少少得咯。这样行不行可以嘛。请将主影格设为四秒以下。哦是不是就是那个问题啊不是啊，是 YouTube 講的，這個。現在行不行？現在可不可以啊？聽得正常嗎？ OK， 有人打。OK， 沒問題，好。有沒有聊一下一些少男心事，想打上來封煙？好，那大家 WhatsApp 我們吧，大家都知道啊，6238-5684，我們 WhatsApp 嘛，大家可以聯絡我。那我這份工作都挺難打的，就是深夜一兩點有人打來啊，那樣那些。大家 WhatsApp 咗我先啦，唔好下下打嚟啊！即系咁有時嚇親我啊，支持唔住啊！你哋嗰啲 case 咁爆，大佬，跟住我又可能喺公眾地方，佢會回應你咁爆嘅，好尷尬噶嘛！哇！你下下都同阿阿媽阿姨啊，哇！你搞埋啲咁嘅嘢，咁我會嚇親表姐啊，係咯，即係人哋唔知點睇我噶嘛。繼續下一條，唔係答咗未啊？呢條都 OK 啦，答咗啦啊！主持有冇边集故事你哋私底下讨论到有啲火？我意思系大家有不同嘅角度，好似系有噶，我唔系好记得。但系我都唔记得咩，但我记得有一集都掹掹地，我讲到都有嘅。咁啊，呢、這个几得意嘅，好多时咧，我同阿米不约而同有啲嘅论点咧。是幾似的，就不是我們夾定，也不是戲劇效果或者我遷就他，可能即做多了幾集之後，其實某些東西都影響了我們，所以呢就很多時候我們都有 similar 的角度去看法，但也都有些真的不同的，是我打死都不制的，不同意的都有一些，但我都真的不記得了是哪一集，但是有的，少量是有的。但是就大家即成熟啦，不會大打出手的，放心。你應該不好，可能你不是好夠打。你練過拳的嘛？你練過拳的嘛？係咪？咁啊，你真係你男人嚟噶嘛？咁我都食過夜粥嘅。咁咪咯。OK， 下一条啊，所有 YouTube 拍到某个阶段都可能有个时间去到樽颈，你哋有冇谂过长远发展同埋改变嘅嘢？先讲樽颈先啦，有冇樽颈？有啊，有嘅，都发现有，所以其实我哋先会去开始谂下唔同一啲新嘅元素啊、构思啊咁样。咁啊，最当初就我哋拍咗一啲短片啦。系。咁係冇錯，我哋拍一啲短片，咁但係因為我哋都忙啦，咁樣就所以拍得未係好多好大量，咁但係咧，我哋都發覺啲短片咧就一次比一次成績係好啲㗎嘛，即係睇嘅觀眾次數係好啲啊，大家點頭 OK 啊，即係我都要睇。同埋佢哋都好滿意，佢哋又肯演出喎，真係好開心。唔咩肯演出，佢哋唔俾佢演出，可能就罷工㗎啦。其實佢哋好。
好你自己指埋嘅 Hanky 咁巴闭唔俾我出镜，咁样就走啦。黄绿医生啊，Jason 都系啊，Jason 都系嘅，而家 Jason 都做咗最佳男主角啦，做埋我份咁样。咁就大家唔好即系我哋咪即系欢迎大家嚟到呢个十万订阅嘅时候，咪有个自称 Susan， 跟住有个老鼠头嗰个同事咧，阿 Susan 咧，佢好期待出镜啊都。佢有出镜嘅。你知唔知几时出镜？唔系，有个影啊，有个剪影系佢嚟嘅。吓系咩？死啦！整断嗰支棍。哦。摁断嗰个啊。哦。系嗰个唔系啦，系啦。咁啊，嗰个咧系用佢嘅影嚟到做嘅。系。系啦。Live 会唔会留底？应该是会的，但是怎样呈现出来给大家看，我们稍后再聊一聊。你们有没有想过长远的发展和改变什么？刚才都讲了差不多了。 OK， 那我们 再去下一题啦。看看看手臂的脚，真的好知道，真的好大只的。真的有老鼠，我真的有老鼠。他真的打波的，我真的大家真的不要蝦他啊，真的一拳勾埋嚟暈低㗎，唔會一痛啫。你聽咁多古仔，會唔會影響咗你哋對兩性關係嘅開放程度？我就會嘅，好簡單，會，因為有啲嘢我唔知嘛。而家我知啦，而且有一定嘅數量，同埋我有呢個機會去了解呢啲人嘅唔同嘅人同嘅角度嘅諗法，例如係即係所謂嘅性小眾啦。或者是所謂的咩？你哋口中所或者以前我都會講啊，所謂的變態，頭先講嘅 SM 嗰啲。咁當你了解咗之後，原來其實就唔係咁變態嘅、原來其實我根本就係有呢一啲類似咁嘅做法添，咁樣。又或者係我哋以前好衰啦，嗰啲叫咩？咩有色眼鏡啊？你咪講呢啲。無知。我認我自己，即刻戴翻頭盔先。OK， 我哋都有頭盔嘅，我哋都有公仔頭盔。係紅啤啤頭盔。好，咁我哋下一題啦。如何篩選來電嘅故事，以及建立渠道令更多人自愿講出嚟？是否有需要廣闊嘅人際網絡先匯聚到？我想介不介意分享一下技巧及其注意地方？我想这个是一个你是不是想开 channel 啊？我想这个是一个多谢来的，就是我们是无疑很多谢每一个愿意WhatsApp 我们的人士，就是你们会尤其是愿意录制埋出街，就是那个信任是你们给我们的。是啊，这个是我们都始料不及地这么多。是都是的。咁人生咧同 YouTube 咧有样嘢好似咧，就系有好多嘢都唔知估唔到。咁样一路做落去嘅时候，我哋都谂筹措紧点样可以有更加多嘅故事。原来大家咁愿意去同我哋分享故事，每一晚我哋讲紧每一晚都有好几个人同我同时间分享嘅啲故事。咁系多谢大家对我哋信任吓。咁啊，我谂其中一个，你真系要问我当中嘅技巧，你要保护到当事人啦。啊，咁选择来电故事，头先讲咗啦，就系我哋睇下有冇一啲系有代表性啊，或者比较精彩嘅故事咁样啦。想知道会拍几多集嘅内容，密集式定系拍定分开咁样？咁我哋头先讲咗就系、是一次过拍嘅。咁啊，盡量即係阿米就即係嚇，我唔得閒噶嘛，咁啊，咁啊又要又要約佢嘅咁樣，咁啊一次過約到佢拍多幾集咁樣嘅。好，睇下先，恭喜馬來西亞 fans 支持，恭喜十萬訂閱，多謝。其實上面都有好幾位恭喜我哋訂十萬訂閱嘅，一個就係 Dave Lee 啱啱放工，恭喜十萬訂閱，係 thank you， 多謝曬每一位願意去 subscribe 我哋 channel 嘅人士，係 thank you， 多謝你哋。係留言 YouTube 讀唔讀？我哋盡量讀，因為始終而家真係我哋 Google Form Q&A 時段嘅問題，咁啊盡量讀啦，係啦，盡量啦，咁你哋照留，咁啊我下一條啦。
你哋正职是什么？你讲先啦。我正职，如果你一年前问我咧，我正职咧就我嚟做 video production house， 咁我副业啊做 YouTube。咁而家咧，我会答你咧，我正职系做 YouTube， 我副业系做 production house。点解啊？因为其实呢个系我预咗嘅，呢个系我安排之内。咁嗰个所谓嘅正职同副业系咪因为占用嘅时间咧？绝对系，因为冇可能副业占用嘅时间比正职。突然间我转变由 production house 转做 YouTube 咧，系唔可以一秒钟噶嘛？咁啊，亦都好冒险，因为而家唔系我一个人嘅生死啊，咁我有一啲团队同我陪我一起出生入死，咁我都要顾下佢哋啊。咁啊，所以又要大家 super check， 唔系资助我啊，资助佢啊，资助佢哋。我好想叫你哋攞两个箱过嚟俾大家睇下，你哋个千几蚊零食买咗啲乜嘢？你攞个透明箱嚟，嗱，其中一箱粮都就嚟冇得出啦，你哋仲要买，你仲要买千几蚊零食？呢个只系其中关咩事？其中一个箱睇唔睇到啊？未睇到，未睇到，画面未出，睇下先。咁样嘅，大佬，即系你哋想唔想出粮噶？而家近月尾噶啦，咁呢个其中一箱啊，雪柜打爆咗，爆到点咧？爆到啲冰包冇地方摆啊！佢摆我台面啊，头先，跟住台面湿滴滴，我话咩事啊？佢话冰包冇位摆，摆你台面咯。咁樣嘅，咁啊，大家即係資助下啲貧窮嘅小兒童啊，喺隔離嗰啲。三個兒童啊！大家支持呢個 YouTube channel 嘅貧窮後制啊！喂，又叻喎，又叻啊！有冇叻啊？而家先 show 到個零食上。係啊，要㗎，要嘅，要嘅。好你講完啦。係。我係不務正業㗎，所以我冇正職。咁但系即系如果迟咗入嚟嘅，应该冇听到呢、這个。点样形容咧 ？freelance， 我系全职自由身演员，全职嘅自由身演员，好听。全职自由身演员系好听，系好听，正咯、啊。唔系 slash 啊 ，slash 嘅即系佢间唔中会走去卖鱼蛋啊嘛。嚟紧我想试下做 slash 啊。哦。小妹。点啊你？你仲有時間？我中意做手作。我錄唔到，我錄唔到節目咯喎。其中有一個聽眾可能知道，其實我係而家去考緊個香薰蠟燭導師嘅牌嘅。係啊，哦 ，OK。但我未必會開班嘅，因為我覺得開班真係好費事。但係我係會可能遲下會試下自己接單去做呢啲香薰蠟燭嘅 order。嗯啊、即若然、啊、我即開得成，我考咗先，我未考到，仲未上曬堂。咁我可能即大家要送禮物啊，整 souvenir 送俾人啊，可以聯絡一下小妹。希望下次擺喺度呢三間咧，除咗有係啊追貓先之外，亦都有阿米嘅一啲香氛。不如你間個位俾我自己喺度做，喺度倒嚟倒去。係啊係啊係，好唔好啊？會唔會爆炸㗎？唔會嘅，唔會嘅，唔會嘅。最多火燭啫。我睇下有冇啲信心先。因為要保留，大鑊啲係嘛？呢度全部都係氣場爆啊！呢個好，你通常一個月播幾多集？嗱，最初咧就一日出一集嘅，喺好耐好耐之前。跟住咧，後屘我哋提升咗個質素之後咧，就每集咧需時就長咗。咁啊，平均去到一個禮拜三集或者四集，我早排都係四集。咁啱啱嗰個月開始，我哋提升咗一個月每日都有一集，而且星期二咧會出多一集專訪添。咁所以一個禮拜有八集噶。啊，咁啊，亦都解釋到點解啲剪接師剪到發脾氣咧？有陣時掟下貓屎啊！头先我见啲掟匙羹啊嗰啲啦，掟 earphone 啊，啊掟胶剪啊，胶剪、啊，全部都唔系意外嚟嘅，系专登嘅。好，唔好意思啊，多谢木口人二啊，少少意思庆祝十万订阅零食基金会五十蚊啊。多谢多谢。好，跟住有冤冤，都系支持山居儿童买一嚿月饼，咁多人分过中秋五十蚊。哇，真的不便宜啊！而家有啲月餅咧，真係
幾廿蚊先一個一嚿嘅咋？咁啊，阿冤冤，唔該你補水啊，80蚊啊！呢度聽講原來，多謝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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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係多謝你，我哋買細嚿啲啦，唯有你。同埋把刀唔該要利少少，厚少少嘅話就切唔到噶啦。啊！呢度附近都係西瓜刀㗎。係啊，西瓜刀刀最難。我成日講笑話佢哋啊，即係喂 Macy 啊，牛肉刀喺邊啊咁樣，我想喐佢啊，喐阿黃醫生啊，講乜嘢啊你啊？個腦係生喺個屎忽度啊你啊！唔係佢唔記得。茶藥膏通下我最緊要在下面一立就拿到把西瓜刀入劈你啊！豈有此理咁樣啊！都激死我。OK， 咁啊，去到好下一集，唔係下係又下一集，我睇你想下一集幾次？下一條係來捉誒輕田神講咗幾次下一集？佢話阿米去咗邊？你坐咗喺度咯，坐咗喺度。Hello。咁咧，我知道大家咧好掛住阿米，當有其他嘉賓主持嘅時候咧，就問。阿米去咗边啊？唔得啊，退订啊！我要睇阿米，我要见阿米咁样嗰啲啊，咪好似小朋友赖死喺个超市，一定要买糖咁样嗰啲。妈咪唔得啊，我唔死啊，我要瞓喺个地下度点地。咁啊，大家唔使惊，阿米嘅集数系冇少到嘅，阿米都系咁多集。中间我哋摄咗啲时间剪接师，咁啊勤力啲跑多两转，掟多两架铰剪，发完脾气啊，继续翻去剪片，剪咗一啲新嘅集数出嚟，系啦啊。我支持阿米香薰油啊，買香薰。買香薰，好多謝多謝。Tony 亮，哇 ，Tony 亮呢個名何其 fantasy 啊！梁朝偉，定係梁家輝？你笑咩？可能真係佢嚟噶嘛 ？Oh my god！ 我唔知噶，永遠都唔知噶。咁啊係，我做咗呢一個 channel， 我發覺冇嘢係一定唔得噶。啱，既然嗰、那個嗰、那個想抄你牌嗰個都話有睇嘅，都真係係估唔到嘅，係啊，咩都有可能。啱啱開台嗰時係有人話俾我聽，你做唔到10萬，咁而家做到啦。所以呢個係 Tony Leung 咧，係話唔定真係佢嚟嘅，即係 Tony Leung， 係一定係 Tony Leung 嚟嘅，我保證係 Tony Leung 嚟嘅。好，誒答下呢個先。誒喂誒又有，喂紅色嘅喂，唔係，哇哇。最大啊！最大風喎、啊！每月一次直播，每月一次零食基金資助。哇！唔使，多謝唔使。你講咩食唔曬？一買我1000蚊，你而家話食唔曬？唔係，我哋仲話多謝大佬。首先，多謝Lion 金童，哇！多謝多謝。金童，多謝你。咁我只會越嚟越壓榨嘅啫，就你個 mon 咧，咁樣食法會偏向曬我咋？係嘛？你知唔知點解？因為我越嚟越，咁以後隻輕健神得好短，我咪真係，好短，呢個嘢好短，輕健神，輕健神好渣，好渣，喂，係啊，算啦，好啊，我哋唔好鬥啦，你又好渣咩？乜嘢？呢条女咩事啊？哇！酒精浓度原来高过7% 喎，呢个最猫先。7%一啲都唔细，唔好睇笑佢，真系一啲都唔细。喂，我最猫。系咪已经用唔到啱嘅形容词啦？算啦。轻健神战嘅画面篇幅少咗，少咗。OK， 得啦，我又16:9就系16:9。系得啦，得啦 ，OK 啦，好，咁就多谢，哎呀，喂，唔好忘记咗多谢佢啊，系啦啦，金童啊，啊，多谢你金童，喂，点解金童嗰个系金色嘅个星星嘅？佢会员俾咗落去。哦，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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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时间越长咧，就越个颜色系会变咗，会升级嘅，系啊，大家。我哋遲啲嗰個星星咧，我哋會設計一啲公仔圖案咧，去變唔同嘅公仔圖案。大家即係如果有咩意見咧，亦都可以話俾我哋聽，你中意用啲咩？我哋有諗過咧，用嗰啲空軍類似徽章嗰啲咁樣咧，嚟到做一啲唔同gray 嘅會員咧咁樣嘅。有人送咗會籍出嚟係咩？咩叫送出一個會籍咩嚟？哦，有人幫人買咗一個會籍。哦。就可以攞啦。哦。係咪我可以咁？
我自己撳。哦，佢送咗俾某一個人。人意咯，佢收咗，係咪？唔好啊，冇得收啊！哦，佢睇下邊個想收係咪啊？哦，好啊，哇，多謝你喎，多謝你。係咪而家開始有啲似星期日喺中環遇到嘅醉酒佬？醉酒婆，醉酒婆。我冇醉，我冇醉。呢個小二唔該，飲曬啦。係，繼續。咁嗱，最後答多次大家，阿米係冇少到集數，阿米亦都冇去咗邊度。阿米亦都冇多到集數。係，阿米頂籠頂籠就係話。去咗邊度？翻咗屋企咯，因為你播嗰陣時，佢一定即係唔喺 studio 啊嘛。有陣時都可能係嘅。咁就下一個題目。你哋成 team 有幾多人？嗰條宣傳片算唔算叫見曬我哋嘅人啊？差唔多。係啊係，我哋出曬。咁大家有睇翻我哋宣傳片就見到噶啦。咁在有四位同事就係坐在側跟啦。咁樣亦都有兩位嘅主持就亦都坐咗喺度啦。咁我哋亦都間唔中請啲唔同嘅嘉賓主持。咁啊，數到係咁多人頭噶啦，咁樣。咁啊，一個禮拜八集咧，就做到佢哋隻劇咁樣噶啦，啊咁樣。OK， 真係直做到隻劇。我知道你哋辛苦嘅。佢要睇好多嗰啲片先揾到嗰啲分 nail， 睇得多真係會嘔㗎。咁因為有啲分 nail 咧，我呢度爆埋啦。因為啲分 nail 咧，有啲縮圖咧，係你就咁喺我哋平時揾嗰啲咩 Envato 嗰啲圖庫咧冇嘅，冇嗰個題材嘅。咁咧佢佢就佢你知有一次翻工咧，有女同事翻嚟，咁佢話嗱。我做 research 嘅咋，我唔系专登睇噶，咁就下面播。嘢系，我系工作需要嘅啫，唔系我个人系咁嘅。即系你上紧 dis 嗰啲啊，系嘛？系啊，嗰啲咩 miss 嗰啲唔知咩。哦 ，miss.com 咁样嗰啲。仲有个叫做 x 咩嗰啲啊嘛。咁咧，喂，阿米咁熟嘅，听翻嚟啫。即系 G 嗰啲啦。不过系咪冇咗啦 ？G 嗰个收嘅平嘛 ？G 系咩嚟噶？老年代嘢嚟，嗯，算啦，得啦，好啦，又話我老啦，又攻擊我啦，快啲 super check 佢買翻啲護膚品，咩啊？買護膚品冇用噶，冇用噶，係啊，唉，好悲哀，你呢句講出嚟，突然間有啲傷感。算啦，我想優雅地老去，不過應該都幾難，我人好難優雅。買個時間掣撳停佢，好。咁就奧米加兒個名係咪港台幫你改㗎？奧米加係點揾翻嚟㗎？原本係姓張問號。哦，好長喎！咦，大家似乎因為呢度好少叫我奧米加兒嘅喎。係奧米加兒應該喺我啲 social media 平台見到呢個名啦。老客户啦。老客户。即系刘嘉欣，如果唔系点知奥米加儿呢啲名啫？奥米加，呢个系一个冷 gag 嘅衍生嚟嘅，系啊，即系奥米加儿呢个系一个冷 gag 嘅衍生嚟嘅。点噶？咁我叫 Mika，M-E-K-A。咁嗰阵时咧喺旧公司，好旧好旧嗰阵时，嗰间公司咧，咁大家就会将大家嘅英文就会直译做中文读，例如 Toby 叫杜比 ，Phoebe 叫菲比，咁 Mika 就叫米加，咁有啲就好熟嗰啲咧就会嗌我做米加儿。哦，即加兒係真名啊，因為咁啊米加兒，咁有一日咧就總之喺倉啊，咁我哋個倉好得意嘅倉，同時亦都係。員工休息室紅社都是經理 management 房，因為很大，但係就間咗三個 area 啦，咁啊一道門就可以通曬嘅。係。咁咧嗰陣時就喺度 staff 唔知做緊咩，唔記得咗，好似準備換衫放飯定誒 hea 緊嘅時候咧，突然間就即係講起關於有冇細屋企係咪只得我一個，有冇細佬妹啊哥家姐，咁我就話冇得個阿哥咁樣。咁啊，後屘就提及，應該唔會啊，咁樣，咁應該有啲細佬妹咁樣嘅。哦，冇喎，係冇理由㗎。哇，我真唔知喎，我真冇喎。佢喺街邊執到個。我就話，難道你知？咁講嚟聽下咁。咁佢就話啊，佢哋咪就係加三加六加九咯。哦。咁我諗咗一陣，咩嚟㗎？
即咩嚟㗎？咁佢就反轉咗嗰本雜誌，咁啱喺個奶粉品牌廣告入面，嗰、那個奶粉嘅新成分配方就係 Oh my God 三 Oh my God 六 Oh my God 九。哦。跟住咧，連 manager 都忍唔住喺個房度行出嚟點啊，咁樣。咁我就 OK fine。既然你咁有心，我就由今日開始就將我 Facebook 個名字變成 Oh my God 二。係。咁我就。咁就變咗、哦、所以純粹一個爛 gag 慢慢演變你Oh my God 二。咁但係好多人都會話以為我好中意數碼暴龍啊，關咩事？Oh my God 瘦。哦。好。呢個爛咗啲。係我唔識啊。咁啊，所以其實一切係源自於我英文名再加爛 gag 而衍生嘅咁樣。咁啊，咁啊，Oh my God 二有好多人就會覺得好長啊。咁啊，咁不如嗌 Oh my 啦，嗌 God 二啊。咁去到後嚟就因為有啲人就直情嗌阿米咁啊，所以嚟到呢度我就變咗阿米啦。明白。已經有七百個人，哇！係喎，哇！嗱喎，原來阿米係喪嘅。喂，Omika 呢個名係咪有冇典故啊？識唔識解釋啊？咩典故？就咁、是、樣。就係、是、咁 Omika 就因為咁你 IG 打唔到英打唔到中文噶嘛，咁你仲要起個嗰、那個名啊，即、就、係、是、你個 account 名噶嘛，咁如果直認咪？Omika underscore 二，我本来真系打 Omika 二嘅，咁但系咧，好似好长，有个数字，好似人哋容易啲揾到。哦，咁啊系，我第一次接触你个 account 嗰阵时咧，我以为你本身有一个一嘅 account， 而家开咗第二个 account， 咁Omika underscore 二。我以為是咁啊，即因為有陣時咧，啲第一個 account 可能唔知俾人炸咗啊，或者點樣啦咁樣，係啦，俾人 hack 咗咁樣，有意啊嘛，我以為是咁樣嘅。咁原本係姓張問號，你答唔答我呢個問題？係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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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咪答完啦。好，阿米擲咬條件係乜？如例如年齡、身高、肥瘦等等，都冇人問我。冇啊？係冇。冇擲咬條件啊？我中意就得啦。咁你中意都有個條件㗎，我好難答你啊，因為即係高起肥瘦乜嘢類型都有過啊嘛。唔係，咁點答你啫？佢哋冇共通點㗎，佢哋個共通點就係我中意咯。唔會點都有㗎嘛。好嘢，飲杯。你點都有，即係有啲譬如話細心。風趣幽默，或者你喜歡他什麼即怎麼都有些東西是類似共通的嘛，真的沒有，他們全部人沒有共通點的。老實說啊，即每我都我曾經以為有的但其實現在看下去真的沒有因為我調回轉看，即我看回我即拍拖的經歷，不是每個女仔都全部有共通點嘅，即係佢哋就一定係長頭髮，未必嘅，即係都唔係嘅。我曾經以為咧，我中意啲有近視嘅人嘅。點解啊？我唔知道。我覺得戴眼鏡嘅人係有戴眼鏡讀得書多係嘛？唔係咯，我戴眼鏡啦。我唔知道，我答你唔到啊。係，跟住咧。答你唔到，但係後嚟我中意，我發現如果要揀。間眼去 link up， 我想是個樣子有啲高冷的人是吸引我的。哦，高冷的。是啊。好啦，高冷的人會吸引我的。我做到功課啦，我咁都屈到佢答到個問題啦。頭先話冇，而家係高冷啦。擲咬條件是馬明，唔好意思啊，呢排轉咗啊。咩事就知啊？我唔知道，馬明都係瘦嘅，但係跟住就會係阿吳康仁啊，吳康仁之後，吳康仁係台灣嗰個男明星啊，好似聽過模仿反個男主角，如果大家有睇華燈初上就阿寶寶啦，咁啊 ，OK， 咁啊佢模仿反個男主角，哇，好好戲喎，梗係啦，正，我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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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佢仆街。把啲 shape 都好，黃醫生咁樣笑啦。咁跟住呢期有一個新嘅，即係中意睇啫，就係、是、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全民造星五》啊，冠軍香印澤，佢真係好正，佢有種佢答問題嘅時候咧，佢係同馬明一樣有啲呆下呆下傻一傻下，但係佢跳起舞上嚟嘅時候咧，佢嗰種 charm 咧
是按耐不住的。黐線啊，簡直找幾十個蓋都冚不到啊！冚不到啊！冚，OK。點會想到是用蓋冚住啊？唔知是是但啦。係 OK， 下一條。點解叫港男港女，同埋點解選擇呢個 channel 拍片，希望揀到我？呢個邊個嚟噶？問你啊！佢個流名叫揈頭文咯。咁乜嘢？13至17歲，男性，揈頭文。哇！好闊啊，佢個。OK。咁啊，點解叫港男港女咧？嗱，我初頭我哋個 channel 咧就係圍繞男女兩性戀愛巴巴巴嘅話題啦。咁啊，又中意。主要是港為主的，那麼就港男港女咯，港男港女，你不要笑，中間是有一些語音學的智慧在裡面，就是第一和第三個字都是用 G 字開頭，港男港女，令你讀起上來鏗鏘悅耳，朗朗上口，就好像可口可樂，可口可樂 Coca-Cola 都是 C 字開頭，第一和第三個音，你們一個二個以為我的頻道漏的嗱，我只是知嗱，我有話說咧，我曾經去聽過 talk show 啊，咁啊，佢就話四個字嘅品牌名咧，係比三個字品牌名咧係會再令大家印象深刻嘅，即係例如微微。啊！我哋喺度開住名啫，要舉例，阿培就阿培，美國阿培，你明唔明啊？你明唔明啊？係係。美素加爾。係。你明咩？所以奧米加爾啦。唔係咁，我奧米加爾就係因為美素加爾當時嘅廣告出現，咁但係即係你會見到就係、是、啊，好似好有氣勢啊。嗯。嗰、那個感覺。好咁啊！點解選擇開呢個 channel 拍片呢？咁就即係頭先講啦，即係我哋想即係討論男女兩性嘅節目啦，咁樣嚇，咁樣啦，咁啊希望可以揀到你啊嘛，咁啊你聯絡我哋啦。唔知下一條，下一條就係唔知你哋有冇覺得自己都似一個藝人咧？一個似陸永。一個似廖碧兒。我想问咧，我头有冇大到啊？咁大顶帽点戴啊？即系你觉得廖碧儿好靓嘅？哇，华姐冠军啊，佢唔靓？唔系，我问清楚你嘅意见啫嘛。靓啦、啊！你嘅意见有阵时即系好难捉摸啊嘛。靓。好嘅。廖碧儿真系靓，廖碧儿真系靓。系啊，所以。咁陆永靓唔靓仔啊？陆永咧？有才华。我同佢唯一一次一起做嘢咧。就反而係讀書嗰陣時，佢係我演藝學院師兄高我一屆嘅，不過佢冇完成課程走咗啦，好似咁就我同佢做一次嘢，我覺得我同佢唔係好似樣喎。雖然大家副眼鏡係黑框，咁啊，但唔似啊，我自己覺得，即係我唔係話佢唔好啊，嚇佢都係我好崇拜嘅師兄啊。佢 acting 好好嘅。我有聽過人哋話咧，就係、是、啊，通常話你似邊個，嗰、那個人都唔會覺得自己似嘅。咁但係咧，我入咗行咁耐，因為我未入行讀緊書嘅時候，已經有人話我似某一個女藝人嘅。係。咁啊。講唔講得緊咩嚟嘅？胡杏兒啊。胡杏兒更加唔似啦。但係咧，我真係 even 去到某一個時候咧，就係、是《衝上雲霄二》。他咪剪咗個齊音超短髮，做飛機維修飛機維修員嘅。嗰期我咁啱都剪咗一個好短嘅頭髮，哦、都係橙青半齊音。係，跟住係連我自己啊，連我自己啊，都真係覺得似啊，分唔到啊！咦，我上咗電視喎，未分唔到，即係側面係最似，唔係講緊呢隻側面啊，係咩側面？都真係正45度嘅側面、啊哦，因為。嗯，當其時個面型啊，即係呢個 jawline 位係似。哦 ，OK。連身邊好多人都似，話我似，即係可能 even 連親朋戚友應該唔會咁容易覺得你似噶嘛，連親朋戚友都覺得似。哦 ，OK， 好，咁得啦，似廖碧兒啦，開心啦。好。節目會唔會考慮喺大陸平台播上？嗱，喺大陸抖音咧有得睇嘅，你知唔知？我有 send 過俾你睇啊。
就有人咧有個抖音平有抖音嘅 channel 咧就偷咗我哋嘅片，咁就喺內地播放嘅，而亦都嗰個觀眾有個觀眾嘅 cap 圖俾我哋睇，咁啊好多謝嗰位觀眾啊！我唔知道個觀眾而家喺咪直播間嗰度，咁啊多謝你嘅提醒。嗯。咁所以咧大陸已經有得睇㗎啦，咁樣但係唔係我哋官方嘅，咁我哋將來會唔會做呢？就我都有呢個野心嘅，因為普通話市場更大。咁就但我又要平衡翻即係語言呢樣嘢啦。咁我哋會慎重考慮一下。咁而有人盜用我哋嘅影片咧，每次我都好開心啊，因為呢個係佢對我最大嘅肯定。係真係㗎。係即係雖然係佢偷咗我哋啲嘢。但是他認為是好東西才盜用的嘛，可以這樣說。那位觀眾也都幫我們檢舉了他，他也都那個平台不知道被人懲罰了不知道兩個星期不可以上載影片，這樣希望就當然你欣賞我們影片從正確途徑聯絡我們，看看可不可以在內地播放，那就沒事了，聯播了，是的，類似做一些合作啦，從正確途徑永遠都好啲嘅，做啲下三流手段咧，玩唔長嘅。綠男綠女好笑，我個名嗱嗱，我唔知道大家有冇我 IG 啦，我估大家有嘅，因為有啲會 DM 我嘅，雖然 DM 我嗰啲又冇 follow 我嘅，咁但係咧，我嘗試擺一張真係我同胡小姐。頗為即係相近嘅一個輪廓照咧，擺個 story 大家就係啦，上去睇下啦。好，咁跟住阿米似邱淑貞，哦呢、這個頭再大啲，可唔可以幫我泵大啲個頭啊？繼續，真係唔得，邱淑貞真係唔得，黐線！邱淑貞就要小心啦，真係唔得，呢、這個簡直係不能夠。巅峰嘅级别嚟噶，佢真系神台啊，大佬！我每一次睇啊，1% 都唔敢啊！咩精装追女仔啊，赌乜盒嗰啲咧吓，哇！每次出场净系睇嗰几镜就够啦。你有冇睇《不道德的礼物》啊？正到爆啊！啊，好耐之前就系豆豆咯，就好耐之前咯，好耐之前。郑伊健、江华系，我真系睇好多戏。似盖世宝啊，喂，盖世宝好似争啲喎，唔似喎。Lulu 姐姐，Lulu 系咩嚟噶？盖世宝咯。哦，盖世宝，盖世宝唔系咁似，我觉得。皮肤颜色度相似。哦。咁可以似好多人添啦。我似得成你。我都系佢同乡喎。得成女容易入家中。咁而家做下一条问之后就有啲问题都重复啦，咁不如我哋开放个时间，大家喺留言区嗰度咧留言俾我哋有限度咁样回答大家啊嘛。好，系咪完啊？即系 so called Google 方嘅问题，Google 方嗰度我哋到此为止啦。我哋就可以开始，即系因为都。系 YouTube， 我哋要快啲啊，因为咧我哋咧，喂11:03咯，我哋咧同事咧摆咗个麻雀台喺度咧，脂肪城已经咧蠢蠢欲动吓，跟住咧我哋咧有个阿 Jason 咧就攞咗个 Switch 翻嚟八个手掣，蠢蠢欲动，自己开啊，系啊，自己打，唔好搞到佢哋一个人揸八个手掣啦，我哋快啲快啲开，我哋今晚咧就不醉无归啊，真系不醉无归，再次多谢咧猫仙人。最多先嗱，龟仙人我听过，猫仙人我真系未听过，你冇我有啲醉啊，我有啲醉，咩头先我索咗好多啖啊，咁啊，醉猫仙咧嗰啲酒精浓度高过啤酒少少啊嘛，头先话咁样醉猫仙咧就多谢醉猫仙咧就整咗三款，而家两箱，咁啊系好好饮噶，大家真系洛神花酒啦，醉檸茶啦，同埋咧醉花茶啊！多謝，多謝曬。喂，大家有咩問題啊？快啲問啦，快啲問啦！阿米係咩星座？阿米人馬座，係冇飲都大咗，話你啊！係啊，係啊，係啊！貓仙人咁似古天樂都得，我記錯咗係神仙嘅仙。古山就唔得，我似唔到古山，我都想似下古山揾。
龜仙人啊，龍珠嗰、那個龍珠係龜仙人，冇可能有個 logo 代表乜嘢、嗯？一邊咧就問好，有煲胎係男性，嗯、一邊咧係感嘆好，有個心心係女性，咁係講緊兩性之間嘅衝突。咁大家留意一下，紅色同藍色咧係我哋典型咧嚇、啊、對戰啊 ，VS 啊 ，versus。嗰、那個嘅顏色嚟嘅，咁啊講緊即係男與女嘅兩性衝突啊！嗱呢樣呢樣嘢嚇，阿米我朝朝度都聽到你講交通，我冇啊冇啊冇喺任何電台度報交通，你可能認錯把聲、啊，我報唔到啊！應該我報完我報嘅時候都應該係誒報錯曬，係啊！咁呢排點解會有唔同嘅女主持咧？就係因為我哋。有啲日子冇播片啦，我哋額外加啲影片喺嗰度播放，咁就所以請咗啲嘉賓主持咧，就同我哋一齊主持嘉賓，同埋咧對佢哋有啲專訪咁樣，所以咧就有個咁樣嘅安排。阿米唔係處女座咩喎？因為大家覺得我好嚴係咪？好高要求係咩？好奄尖㗎？嚇處女座奄尖㗎？哦。人馬座好難結婚，話之佢啦。是但啦，呢、這個世界六十億人口，我唔信人馬座入個個都結唔到婚，十二分一機會咁啊結唔到婚就唔會嘅。咁啊，波折會唔會多啲？我就唔知啦。咁人人波折都多啦。訪問蒯麗麗，喂，我欣賞佢，真欣賞佢。你欣賞佢啲咩？勇氣係唔容易，唔容易喺一個咁大家咁嘅視覺，但係視覺。視覺底下去夠膽去做呢樣嘢，而又咁樣，大家評論佢個身形啊、樣子都好大，我覺得我會支持。有人話《龍珠》真係有個貓仙人喎，我而家即查啊！對唔住，對唔住，我哋孤陋寡聞，夠熟啊，係咪啊？咪我想問一下，唔好意思啊，同事，我電話無電，有冇插電器 ？Type C 頭喺嗰度聽有冇？嗰度喺嗰個啊，我攞人馬組跳團。都是的、啊、有首歌詞叫什麼不如人馬座啊師兄的當年首歌思覺失調裡面有第一次直播可以通頂今天沒有大家都要睡覺的主持人喝一下貓仙人先他不喝啊得我喝不喝是最貓仙啊不要亂說啊我被人罵我想申請去一去洗手間大家可不可以等我可以你去啊喂咁你咪睇下你呢個係咪可以真係插到電先？有 95% 啊，三萬電，任你揈啦而家。有輕鉛茶要查一查，頂一頂間啊！咦，喂，真係有貓仙人嘅喎，好 Q 喎，白色嗰只堅嘢嚟喎。嗱，所以輕鉛茶都唔係亂噏㗎嚇，真人。我想先去洗手間先。好，你去啊，差唔差到啊？差到啊！喂，咁啊，黃醫生定 Jason 落嚟頂一頂啊！黃醫生頂上啊！頂上啦、啊！黃醫生頂上啊！黃醫生，好，大家喺宣傳片入邊見過另外四位同事上，邊位同事上鏡，可唔可以講一講？我哋睇下可唔可以要求佢。Jason， 會唔會有 fans meeting？之前咧，我哋曾經喺 TG Group 入邊咧搞過一個活動嘅聚會嘅。不過咧我唔知係咪因為個日子揀得唔夠好啦，定係咁啱撞啱大家唔得閒啦。咁啊，參與嘅人數太少咧，我哋咧就取消咗。咁啊，大家如果想參加嘅話咧，咁快啲加入咗會員之後，成為咗我哋會員咧，入咗我哋 TG Group， 咁我哋有活動會喺嗰度咧，就係、是舉辦咧會 announce 大家，如果唔係我揾唔到你，咁所以大家一定要入 TG Group。咁 TG Group 而家有千幾人㗎啦，咁亦都有好多嘅故事嘅主人翁咧喺入邊咧就分享啊。有好多人叫 Jason， 有 Susan，Jason 先喎 ，Doctor Wong 喂，有 Doctor Wong 啫嘛 ，Doctor Wong，Jason 多啲喎 ，Jason 真係多啲喎。好啊，我哋 Jason， 我哋有請 Jason， 俾個掌聲鼓勵。Jason， 我坐低。係 Jason， 喂 Jason， 大家有咩要問 Jason 啊？快啲嚟啦！唔知打。Hanky 同阿米嘅組合點嚟？我好快講一講啦。咁樣就我哋之前有另外一個 project 就要 cast 啦。咁我哋就
第一次 project 嗰陣時冇 cast 到佢嘅，咁因為要兩個主持，咁佢我要兩個好唔同性格嘅主持嘅節目，咁所以冇 cast 到阿米，因為我頭先講阿米係一個好 neutral 嘅，接近 neutral 嘅一個演員啦。咁後尾咧就輾轉嚟到呢一個嘅節目嘅時候咧，咁就要有一個女主持，咁呢個女主持咧相對嚟講唔能夠太偏激。咁所以咧 ，neutral 啲係會好啲嘅，咁咪一個好好嘅即係拍檔啦，咁所以揾咗佢。咁嗰陣時老實講都膽搏膽嘅，因為你唔知啊嘛，拍檔係好難去揾一個好拍檔啊！呢個係真嘅，無論做生意嘅拍檔啦，做攝影嘅拍檔啦，做剪接嘅拍檔啦，其實都好難嘅。咁所以咧就這個阿米唔喺度，我先講啫。哦，阿米翻嚟啦，係咁我哋睇下有咩咧，揾阿 Jason。我頂替下你係咪食玻璃大噶？我哋頂替行兩次添啊！你仲要行一次都唔夠。好啦，我哋快啲。企啊，嗰度。有啲咩快啲 ，Jason 問咗佢。Jason 神啊！你靚仔啲定主持人靚仔啲？即係 Hanky 神靚仔啲，當然係 Hanky 神靚仔啲啦。你唔好委屈佢啦，就嚟月尾唔想出糧咩？係咪先？阿米拍片個樣同照片個樣，梗係啦！呢個世界 P 圖噶嘛，冇 filter 咁出街啫。經常問你有咩同觀眾講？有冇嗱？有咩委屈？好而家講啦。俾機會你大哥。有咩好講？既然大家冇乜。问题，我代观众，我脑电波问你，想走，我要车住，我想走。你喺港男港女其他 project 唔讲，港男港女呢个 project 入边，你最大嘅得着是什么？等我离开下呢个。喂，讲最大，喂，讲最大得着系啊，我识打字，即系学识咗打字。系啊。点解咧？你因为要打好多字。咪即系我主要做當初主要做呢個字幕啦，咁其實當初打字咧就一係手寫，一係就語音輸入，咁啊速成咧識少少，但係又唔成日用嘅，咁但係入到嚟速成要學喎，咁啊唯有夜晚自己翻去。好用功咁樣練下打字咯，咁雖然而家有啲字都唔識打嘅。佢好似嗰啲自力更生，係變聲。以前我都唔係咁噶，咁自己錯過咗都要改啦。夜晚我翻去打字，咁啊翻到公司老細嫌棄，我就改咯。咁咧。我想同大家講，我哋喺呢啲小秘密嚟嘅，幕後小秘密，阿米都唔知道。我哋喺公司，我會突擊檢查，就俾個 app 俾佢哋啊，去打字，測試打字每分鐘幾多個中文字，好大壓力㗎。我以前讀書要做嘅嘢真係好有壓力㗎，大佬。觀眾可能覺得我好戇居無聊，我同同事講：，喂，你哋仲後生，廿零歲。唔识打字，你同唔识字有几大分别啊？你仲有几廿年要用啊？廿岁，你距离你退休仲有六十年啊，可能仲有四廿年啦、啊，唔讲多。你有乜理由唔打字噶？你将来呢个世界电子嘅世界一定要打字，系咪先？唔好自欺欺人啦、啊，学打字啊！好惨啊！所以观众话爆料之前要打格仔，跟住佢哋又自己打咯，自己打咯。Jason 好紧张，跟住阿幕后人二就话星期五档。爆唔爆到你头先单嘢出嚟啊？咩啊？边单？我哋正式公司雇佣你嗰阵时。哇！嗰单爆唔爆得？唔好啦，自力更生，自力更生。唔係講笑咋，講笑，我 Hanky 神講笑啫，我哋佢係一個好好嘅同事，係好好嘅同事嚟嘅。好多人用筆畫，以前咧，我覺得九方排片排到傻，因為九方係快到無倫，快過速成倉頡。唔係佢撳得快啫，但係出啲字
都係即係蘇哥係快。但係我所認知創騎最快，一個字平均四個碼啫嘛。係要拼到快嘅，睇你點打嘅啫。但係唔得嘅，好弱嘅創騎，我都係速成。啲人話 Jason 好慘啊，俾老細發。TG 點樣入？TG 點樣入？TG 我而家 send 出嚟咯。好，啊，麻煩阿 Jason 再次用我哋公司啊 channel account。唔好再俾呢條橋咯。有語音，語音成日錯噶。哦，喂，你答下啦，其實有人問過噶啦。咩啊？會唔會選擇？第一集 Brand 仔點解冇做？因為 Brand 仔佢做其他嘅影片，咁所以佢唔得閒，咁冇做到。我想問片同相梗係有唔同啦，咁睇相係咪開心嘅？即係經過濾鏡嘅 filter。佢問係咪睇？好，仲有冇人要問阿 Jason 噶嘛？阿 Jason 咧就去繼續飲流汗，飲下最貓先。Jason 熬底。聽你嘅節目係學到唔少，多謝你。我哋做你節目，做呢個節目。做你哋嘅節目，做你哋嘅節目啊！我哋都學到好多嘢，認真。有冇人要問啊 ？Jason 嘢啊？我同 Hank 其實係咪識咗好耐？唔係，一年多啲。其實我到而家都唔係好認識佢。識咗耐唔耐啊？唔係認識幾多啊？我順便答埋啫，唔使咁惡啊，姐。你補充啫，我補充下啫，真係。好，有冇人要问 Jason 嘢？冇噶啦 ，Jason 就撤退，继续去饮醉猫先。Welcome you back。好，多谢你 ，Jason， 多谢你。Thank you。唔该，唔该。哦。预期喺大陆，不如揾多啲海外香港人嘅故事。其实好多都来自海外噶，美国、加拿大、澳洲。英國、歐洲都有幾個國家比較零碎的國家、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都有，台灣、內地亦都有，有些打眼底字的，有些、你聽到廣東話不是很純正呢，都是外地的朋友來的。好，跟住問我同你會不會一起吃飯，有時我們會放飯的，我哋都要食，我哋都要食饭。我哋都系人嚟，周时都要放饭。你问有冇特别特登约出嚟食饭咧？好似冇啊。好似有冇啊？嗰次睇景嗰次算唔算啊？嗰次咯，睇景咯，有一次倾剧本咯，系啊。点解会依度会有人嗌米姐嘅？米姐即系米姐，唔系尊称嚟啫，尊称嚟啫。唔通你哋就系嚟睇舞台剧？或者是这个舞台剧入面的演员是吧？是因为有些是有看 channel， 所以就叫我米姐。是。阿米好不好胜？我估我是有好胜底在这里。阿米是很好胜的，而且阿米好胜的时候呢，好胜这个字不会乱用的。阿米是很好胜的，这个 Hanky 散的看法而已。而且阿米好胜的时候呢，不是很讲道理的。女人是不是很讲道理的？这个是我对阿米的理解。但很多人对好胜这个字呢都是偏负面，就是会觉得好胜就是不好咯。是，人类很多动力都是来自于好胜。哦，喂，怎样啊？哪个好胜啊？好哪个胜啊？阿米饮啖猫先，人先猫，醉猫先，不要成日在洗我把醉猫先啊。等我自己亲自用仓颉回答一下醉猫先。前后有几多个女主持？猫先。我、收工有冇试过一齐食饭？哦，咁啊有啊有啊有啊，试过去附近食嘢，因为我哋录影咧录到咧冇食晚饭，因为约咗嘉宾就迟咗啊，咁啊索性就冇食晚饭。食完就喳喳冧，十二点去食个真系鱼蛋粉嘅咋？嗯，真系鱼蛋粉。有冇试过收兵？唉。怎麼回答呢？有啊，有沒有沒有啊。因為其中一集你就是問過我有沒有收過兵。是。你，我記得你明明說沒有，跟著說有嘛。那但是。轉過頭又說有。我怎麼知道，即我覺得我沒有，我覺得我這個行為不是，或者我覺得我沒有，那可能在別人的角度是的嘛。是。所以，主觀角度。是。沒有。好，沒有。
冇就冇啦，咁我好多嘢我就唔知啦，即係好勝代表唔輸得少少啦。我個唔輸得係我唔輸得俾自己，都係。有咁樣講啦，我覺得運動員係應該要有一個真誠心，因為呢個係一個動力。咁當然啦。但係唔代表我唔輸得，好勝唔代表唔輸得，我可以輸。咁人哋勁嘅技術不如人輸係應該係抵嘅，但我唔想輸俾我自己。係。我基本上我曾經即係玩過一個比賽啦，電視節目比賽啦，即係如果有睇過嘅觀眾就會明白。在入面的我是有幾倔的，是因為我不甘心是我自己輸了給我自己，是我沒有盡我的全力去做好那件事，是所以我得不到一個我預期達到的效果，我生氣，我問我自己為什麼我可以不讓自己盡全力去做這件事，是這樣。好，咁啊，建議可以同其他 YouTuber crossover， 我們都有企圖做這樣的事情嘅，咁啊，譬如我們遲些會同小游啦，咁啊，游校长佢有一个嘉宾主持嘅专访啦，等等咁都有嘅企图啦。咁啊，睇下效果又点啦。真系有啲优属精 feel， 喂，得唔得噶？点得啊？真系搞唔掂啊！佢又佢啊，唔该，绷大啲个脑。啊，佢又惊个头太大喎、啊。我个头其实真系好细啊，我肥啫。即系我下次，我下次。看翻啲電影的時候，我想起阿米咁啊，唔掂喎。睇咩電影啊？即係睇優淑睇優淑晶嘅電影啊！咪睇咩啊？我問下嘅啫，係我問下嘅啫。Hanky 神拍過幾多次拖啊 ？Hanky 神應該嗱，我不嬲同同事講，或者同街客講，就應該十次到嘅，我記憶中。咁但係有陣時，我成日覺得。不是这个数字的你好像有些隐瞒你说完我经常觉得没有即是没有十次啊是啊是吗你们觉得多过十次还是少过十次多过十次哇那么肯定多过十次因为你经常说来说去你的女儿我经常分不到你都讲同一条女儿所以我觉得不可能有十次咯因为我经常觉得那个人是那几个啦我的 X 只得一个而已所有女人已經冇病啦，咁樣係咯。應該十次到啦。啊，有人睇有睇廣告女王喎，有人睇節目喎。係係啦。好咁啊！大家有冇啲重要嘅問題要問啊？喂，仲有啲 super chat 要俾啊！咋咋諗喎？而家十一點半啦，我哋嗰邊。等住開台嗰張台咧，嗰張四方城咧，好緊湊啊！可能你哋咧就係 super check 嗰張台，錢就喺呢度嘅。我想問而家邊個贏緊啊？食飯前，阿黃醫生贏緊，贏緊喎、哦！哇，邊個輸緊啊？定一家贏三家？Jason 輸得最多。Jason 啊，即係頭先好慘嗰個小朋友。有人要打賞俾阿 Jason 啊！有人要打賞俾 Jason， 等佢找一條麻雀掃佢啊！对不起我笑得太大声所以你的猫醒了是吗喵是不是就是头三只猫赤裸羔羊他跟任达华很熟哦他跟任达华很熟很耐啊这个是改编西片那套经典哦哦是兩位主持有冇識得一啲唔識打麻雀嘅朋友？總有一啲朋友唔打麻雀。我哋有個同事先教佢打麻雀，啱啱搞咗成個晏晝，夜晚終於可以直播開台嚇、啊，大家真係睇嗱。我知道有啲 channel 係做打麻雀嘅直播打麻雀。我曾經有一段時間都好沉迷，唔係即係睇人哋沉迷睇打麻雀。我會一路睇一路咿牙鬆幹咯。點解睇咋？點解唔打？咁嗰個直播麻雀係咪睇曬四家噶？看一家的就看一家的就看一家的多謝 Jason 多謝你多謝先 Jason 說多謝自己背說過來說多謝先啦這裡這裡自己說多謝 Gabriel 多謝了什麼喂說回人家有名啊 Gabriel 多謝你的多謝你的$78夠不夠找啊條麻雀數應該夠不是陣間不知道夠不夠可能條數加個零這樣就幫不到他了超級學校霸王 K 又睇过啦，哇！我就系春咩啊
啦，我梗係有睇過啦。張學友、郭富城、劉德華，我係超級中意張學友噶，掃把頭，係做軍佬啊嘛，係啊，哇！你無啦啦自己喺度唱歌嘅，你個年紀都真係唔講得笑。我真係好中意張學友啊！佢嚟緊開場，誒翻嚟香港開演唱會，我會去睇。我買埋飛帶我媽入去睇。好好好好。唉，好好笑啊！好咁啊，即係大家即係仲有冇邊位同事未呼籲大家 super chat 資助你今晚嘅麻雀數？好，咁啊，快啲好講啦！未來有咩動向啊？未來我哋先試咗就係、是、我哋而家嘉賓主持同埋即係一個星期有八集出街嘅呢條路先。咁我哋再睇下有冇可能咧，就係、是、開另外一個 channel 啦，或者拓展其他嘅地區甚至語言，不過呢個都要好一些時間，嗯，唔係咁容易嘅。YouTube 嘅路講真係係困難嘅，冇一件容易嘅事。有容易嘅事我去咗啦，我等你咩？咁所以咧就係困難嘅，咁但係都係要挑戰啦。嗯，啊，我成世人挑戰咗咁多嘢都唔爭在啦。嗯，啊，咁咯。唔好怕得罪觀眾，應該插就插，都好狠下噶啦。有時其實我都冇乜怕得罪觀眾。得罪觀眾，我都唔係太驚嘅。嗱，你打得上嚟同得我哋講，就唔好咁蛇龜啦，係咪先？有啲都本住話俾阿米鬧嘅。係啊係啊係啊，你鬧我啦，你鬧我。我知道你實鬧我噶啦，咁樣嗰啲。咁啊，所以我哋又未即唔會話驚呢樣嘢啊！我係咪好有正義感啊？我唔肯定，但係我承認我同理心好強。但係我同理心唔係在於我唔係每一次個同理心位都擺喺個封煙度。係，我將個同理心位擺咗喺封煙嗰個對方度。嗯，因為我有時覺得大家而家聽緊封煙嘅故事，咁但係其實，除了他個人感受之外，那他的這個行為承受的那個對方的感受呢？是。是。我會站在那邊看。所以對的，木口人義都是有那句講那句，我是同意的。如果因為我覺得有時候大家會覺得阿米這裡應該不要罵人，那裡又應該罵阿米，有時候都會跟我談這件事。咁我自己嘅睇法都係始終如一嘅，就係、是、做翻我哋自己就係最好啦。啊，我亦都扮唔到啦，無謂扮嘢啦。我係咁就係咁啦，大家喜歡咁樣嘅，我就係咁樣嘅人咯。有冇覺得有啲個案好假？我就冇試過用呢個字去問 Hankin San 嘅，但我有試過問佢。哇，出唔出得街噶？見唔見？系，即系見唔見？咁樣。曾經有一個個案係關於學校嘅，咁啊，即係我哋記得你打入嚟嗰陣時候，我哋直頭係拒絕咗，我哋應該唔會出街，因為嗰個好似真係有啲問題。咁我哋係冇做到，冇出街，大家冇見過，冇見過。但我唔好記得邊集，你 off 咪話翻我睇。係。不過我記得係有試過，有啲真係同你講，哇，真係得唔得？係學校啊，嗰、那個係。嗯，大部分我都會同嗰、那個大家你可以試一下嘅，即係啊冇冇我唔好鼓勵大家試一下同我傾嘅，會再難。我而家每日已經有幾個人同事同我傾緊啦，每晚都係喎。咁啊，如果我唔想增加工作量啊，即係大家係真係有故事先同我分享。但係我係需要同呢個觀眾呢、這個嘉賓去煲。去好像記者咁樣去發掘佢嘅故事，去理清翻佢嘅故事，因為好多人即係其實對自己件事有少少撈教，咁所以就未必我哋係三言兩語就講得曬嘅，咁我哋要理順咗個故事先至可以真係打嚟嘅，咁所以都要啲時間嘅，咁所以我哋喺呢個時間入邊，我哋會 feel 到佢係咪真定假嘅，
啊、真的假不了啦。因為我自己為例啦、啊、我在、演藝學院讀了七年，在 Drama School 讀三年，在電影學院讀四年，我對編劇都不是零雞蛋的，我都看得到一些東西是真的假的，東西是不是合邏輯的，所以問題不是很大。所以大家如果覺得是假的，剛才已經呼籲講了一次，第一你們看長版本，你竹本版呢你會看到、完整的故事。第二你進去我們 TG Group， 這樣有些很多嘉賓在裡面講回自己的故事，更加詳細的經歷，那你就知道是真的假的。為什麼留長頭髮？剛才講了，就是輕其神讀戲劇的時候、就想試不同的東西，其中一個我想試一下、就是、女性的感覺。其中一個感覺我以前不了解女性的，其中一個我了解女性，我就是很憎小時候的時候，我覺得女人很扮嘢。黃醫生要趕車啊，黃醫生不得了，黃醫生不得了，黃醫生你有什麼要跟觀眾說啊？坐下呢个位几好玩噶，其实几好，几好坐啊嘛。系，咁你唔好走。多谢大家 super chat。你嗰架车唔系24小时嘅咩？系，但系听日我哋讲明系放半日，早上放假。我要交人啊！你交人俾边个啊？你交我上去，等我代你。我不知道他說什麼即是要教人啊，搞錯啊，又說不醉無歸，你都未醉，這三碗未喝，我剛剛睡醒，搞錯啊，你認下我搞錯啊，沒搞錯，政治，政治畫面，喂快點，大家有沒有人嗱，咁啊，不如你個 super chat 夠大，係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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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心中有架啊，我有個架噶，大家坐一個黃醫生就坐喺度陪你，係啊，開始鏡頭，喂，你開個架嚟啊，靚仔，五嚿啊，哇，好靚，五嚿通宵，五嚿通宵，五嚿，兩點啊，兩點，五嚿兩點。就是交給那個人的，是啊，就是上繳，我上繳給那個人的，是不要逼他啦，不要逼他啦，但他真的說了個價出來，那下抵死，他又夠僵，問好問好啊，他又夠僵說，剛才那個500那個是放，不關我事的，應該每月一次直播，每月一次零食基金贊助嚟噶，嗰個係。係嗰個零食基金，你小心啲食啊 ！Baby， 係咪 Baby 啊？係啊。交人好重要啊！交人好重要，係啊，係啊，真嘅，呢個真嘅。Baby 呢個名好似我哋其中一個嘉賓嚟㗎喎 ，OK。佢話呢度一人加$1過咗啊，$700。係喎。$1就得㗎啦。而家幾多人啊？$707啊，玩到你四點都得啊，靚仔。咁如果係我 OK 嘅，可以。如果大家好，大家嘅要求又有啲多啊。有時真係真係 B 係啊係 B 呢框啊，幫你講好説話好啦。咁佢大家鼓勵下佢啦。佢做黃醫生，大家有冇睇啊？做黃醫生係咪應該都幾辛苦？幾交到氣係咪啊？黃醫生啊，我覺得自己做得幾好㗎，係㗎，自信 ，OK 係好嘅，建議放佢走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多謝你先，多謝你先，拜拜。好，我哋放咗佢走㗎啦，就係。我哋都差唔多喺時候啦，哇！$8啊！喂，有$8啊，留你啊！你有$8留你。留多一分鐘啊你，唔係嗱，講聲多謝先，過嚟講聲多謝先。阿撈有$8，雖然佢冇打係咩，總之係俾阿撈多謝你嘅$8啊，係啱啦，你而家搭車過去真係要差唔多啊，去隔離，因為佢要去隔離區轉車。係，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做得好好啊，黃醫生，講真係多謝你。拜拜，多謝你。好笑一人話，係啊，過幾日打嚟生嚟嗰兩個，唔交人㗎，好大。
好，其實你會是尊重老婆還是怕老婆的人啊？尊重啊，怎會怎會這樣說自己我會是一個怕老婆的人，怎會這樣說自己怎會這樣說的，沒有人這樣回答的嘛，可能有的。即對你啊，你會不會是尊重還是怕你另一半？你不會這樣說，是啊，我是怕的，不會這樣說的嘛，人家怕你而已，是吧？如果七百多人入面你是我 X， 你说我怕你定你怕我，根本就是我怕他啦。我分明就是我怕他啦。喂，这七百人入面有没有一个是他的 X 啊？说来听下。举手举手。举手。喂，没都不要认啊。一直七百个都说是这样。那么你战绩就标炳啦。你怕老婆。冇嘅，即系唔同关系、唔同相处方法啫。我谂呢个系一个字眼嘅形容啦。其实我觉得，我觉得好。其实就算 Even 话自己系怕到嘅，我谂大部分都真系一个尊重嚟嘅。系系。又讲真话，真话唔敢讲。好，咁我哋接近三小时噶啦，我哋直播差唔多，咁啊，大家仲有冇一啲好重要嘅嘢，我哋快啲讲咗佢啦。咁啊，因为我哋都真系原本我哋今日只系谂住做一个钟直播，然之后我哋慰劳下我哋嘅同事啊，佢哋都辛苦咗好耐，而家佢哋喺黑暗中唔敢开灯，又唔敢出声，啲麻雀又 ready 咗，嗰种嘅苦况咧，大家无法以笔墨形容嘅啊。大家放下他們啊，黃醫生就走了，他們不夠腳。哎呀，就我同你試下應該要下去。他說脈相應啊，阿勞啊。阿勞啊，阿勞說脈相應，留下啦，黃醫生。黃醫生走了，不好意思啊。黃醫生。Tony Leung啊，又是Tony Leung啊，Tony Leung給了$15啊。不知道是梁朝偉還是梁家輝了，今次，可能另外一個。多謝梁先生。多謝梁先生。我會馬上拍一張照片給他的，告訴他。你又有$15啊。是我拍张照片给他。妹哟，阿米你识咁多嘢，系咪睇戏学？都真系嘅，都系好多好多一啲嘢，唔好话学啦。我觉得有啲感觉，有啲感受，确实因为我睇戏而有咗嗰样嘅谂法嘅。我順便講講啦，咁頭先阿米好多謝阿米啦，佢頭先開完工上翻嚟嗰陣時咧，呢張相可以出得街嘅，咁就係送咗個係可以出街禮物俾我哋嘅，咁慰勞各位同事啦，都佢哋都好辛苦。咁我問係咪月餅，佢話唔係，係嘅唔係月餅，除非我手做咯。係啦，我本身今年係，哎我都要自打嘴巴，就我本身應承咗自己有個少少嘅。承諾俾自己，我今年要做月餅，因為我停，即係我自己整月餅，食得嘅月餅，因為我兩年冇整啦，咁我好想整，但係我發現原來按完 show 到距離呢個中秋節咧，我以為呢幾日我會有時間整，點知原來呢幾日都係冇時間整，唉，所以就要自打嘴巴，整唔到月餅咁樣。喂，有人問點付金，好難㗎，付金係咪啊？點付金？點俾錢啊？哦，隔離有個錢嗰個掣一撳就係啦。會唔會俾黃醫生做主持？如果佢想，我哋都俾呢個位佢坐喺度都好。之前我哋上嚟啲嘉賓都喺度坐呢度，係啊。如果大家真係咁想睇佢哋做主持，我唔客氣，我休息下。如果我想做係咩味？紫薯曲奇皮。曲奇皮嘅紫薯迷你月餅，系，因為我好中意食紫薯，同埋好中意食曲奇皮。佢冇食喎，你留俾佢咯。我哋佢話要打包㗎，佢話唔係咁，但係咁佢聽日翻嚟攞咯，留俾佢。由佢啦，由佢啦，由佢啦，下次再買啦。因為我哋有個紫薯味嘅 tiramisu， 就阿番薯糖水味嘅 tiramisu。咁就阿黃醫生未食就走咗啦。阿米，你會接受另一半思想出軌定係行動出軌？思想出軌，快問快答嘅思想出軌。咁我都係啦，如果俾我都係咯。身體就會再實行啲係嘛？你覺得？
我唔知道。哦，好。我谂唔到啊，快问快答就系拣二拣一嘛，我拣咗思想，突然间要捞。OK， 睇下先。啱啱喺直播之下，嘴巴会好多人问话咁变态嘅，但系佢专睇人长嘴。喂呀，唔好咁啦咁样。容嬷嬷，你都有睇嘅呢个喂，要都还珠格格。$300系要答呢个问题啊？嗱，我答阿米答嗱，我话俾你大家听，你问我又好，问阿米都好，答案只有一个，无论有冇另一半，我都系 always available 啊，随时你揾我啊。所以不需要问的I'm always available WhatsApp 思想出轨和身体出轨有没有、哦沒哦、其实思想出轨和身体出轨没有分别是不是那些叫做什么、理性与实体、啊、感性、哦哦、是不是就是 physical 上面和另外一个叫什么 mental 上面咁啊，就係你頭先講嗰樣。咁其實已經有分別啦，好坦白，真係有分別啦。如果冇分別，就唔會就唔分開兩個字啦。兩樣嘢咯。你哋兩個點解無端端會一齊做主持？哦，就係因為當初啊 ，Hankin 神有一個即係project， 就係講啲男女關係嘅嘢。咁啊，後嚟轉變到一個封煙嘅 program， 咁就揾咗我啦。係啦。sorry NT out 系咩啊？咩啊？六所謂嘅六爐啊？哦哦，接唔接受到自己嘅伴侶係呢個嘅 NT out 取向啊？我自己 maybe 我可以接受到嘅，我唔知喎 ，maybe 我可以接受到啫。我自己即係佢唔好逼我一定要錄佢咯，唔好逼，係啦。但是即如果有呢個契機，又不是太大問題。但不要俾個氹我踩咯，即係唔好好似真係、啊。之前阿綠燈俠嗰啲係嘛？係啊係。啊，因為有一集講阿綠燈俠啊，你大家查翻綠燈俠嗰集叫咩名啊？係啦，咁啊綠燈俠嗰集咧，都早兩三個禮拜，咁嗰集咁嗰啲就 trick 啲嘅，即係難。好似月頭嘢嚟㗎。係啊，即係未必咁容易接受嘅，未必咁容易接受嘅。發耳夢係咪即係出軌？我諗要問翻啲解夢人士，但我聽聞好似話唔係。我覺得唔係出軌，係唔係？因為發耳夢有陣時唔係我控制㗎嘛。但有好多人亦都會話，如果你冇咁嘅諗法，就唔會發夢啊嘛。嗰啲叫做咩話？我日有所思，先夜有所夢啊嘛！我都唔係噶，有陣時我喺夢中一見翻我啲唔係咁想見到嘅人嘅，咁有陣時真係未必噶。唔好意思啊，我未 join full body 啊，因為我上個禮拜要準備 on show 啊，所以我未開始睇翻 full body 啊。係啊，啱咪啱啱完咗 show 啊，知唔知啊？有冇去睇啊？嗱，得一個。我去咗睇啊！啊，即係理直氣壯佢。佢嗰張飛啊，仲喺我車頭嗰度供奉緊嘅。好靚啊，張飛嘅。係啊，即係你靚得滯，我未抌，唔捨得抌。真人係咪都咁搞笑？睇你點睇啦。阿米真人咧，好，唉，唔評價。咁闊咁長嘅又，我講錯曬形容詞，我唔緊要。O、okay、K。朋友溝我老婆，跟住咩啊？朋友溝我老婆，我在一旁睇佢哋搞嘢，睇佢哋450集。450集。小孩賴問咩 show 舞台劇啊？不過過咗啦，咁樣。
很多時候發開口夢叫了第二個兩個名字，我想分享一個小搞笑的事，就是當時呢我和我另一半是一起住的嘛，我有一晚他突然發開開口夢，我就以為他發噩夢，我剛好我又醒了，我就聽他發什麼啦，誰知道他發噩夢在溝女，我就笑到癲了，我就掩著嘴笑。你怎知道他發噩夢是溝女呢？因為他不斷問別人的事嘛，即是小姐你去哪裡那些最近啦，最近啦，跟住呢而個背景是大學喎，跟住我就啊，佢發得你咁有文有路，咁我就好似喺側邊睇表演咁，但我就忍，我要按住自己唔好俾自己笑啦，喺度聽。因為講嗰下咧，佢唔知做咩，佢自己停咗啊，跟住我就諗住試下問佢問題啦，睇下佢識唔識答我啦。點知佢冇啦，佢冇乜冇，跟住突然間佢就醒咗啦。哎呀，真係慘啊！佢自己都好慘。我望住佢做咩啊？跟住佢望住我做咩啊？跟住我要去廁所，即係佢話佢要去廁所。跟住就因為急尿。跟住第二朝我就同佢：，你琴晚發夢你溝女啊？跟住佢咁搞笑，係啊，咁溝唔溝到？唔知啊，你溝到一半突然間停咗，跟住冇溝落去。佢話有睇啊，阿米真人好靚啊，阿 Windy Chan。嚇？記唔記得啊？係啊，嗰日因為佢哋兩個人嚟噶。哦，阿 Windy Chan 就一齊嚟嘅。有留言，有看呢集。哎呀，小孩奶，当初由5000人订阅看到100000订阅，哇！多谢你啊 ，Thank you。其实我觉得咧，真系好神奇啊！呢样嘢就系真系好老土嘅。你坚持咧会做到，其实你知道你坚持系一定会有一日你会做到一个。咁我問翻你，個堅持入面有冇好勝喺度？少少咯。所以我覺得好勝真係唔係一個貶義詞咯，即係唔係一個貶義詞。我好勝嗰樣嘢，我講埋俾你聽。我成日都同同事講，喂，阿陳大文，哇，嗰個大台，哇，嗰個大台，100000訂閱，200000訂閱。我成日同佢講，點解唔係你啊？點解一定唔係我哋啊？点解唔系我哋？话俾我听，系因为我唔够靓仔，系因为我唔我头发唔够长，定系乜嘢？你话俾我听，点解你俾证据话俾我听？点解我哋一定系做唔到？所以我做咯，就系咁简单。你冇证据话俾我听，我一定系失败，我就会做俾你睇。Hello from what San Francisco？ 哇，海外嘅朋友 ，Hello。睇下先，有冇话升得最高 view 系边条片？升得最高 view 系边条片？琴日嗰条啊，琴日嗰条嗰个题目叫咩名啊？哦，包月啊！琴日嗰集叫保险界女神系嘛？包月啊！个题目叫咩啊？月包20000，咁上下啦嚇，嗰啲名字我唔記得啦嚇。係啊，琴日嗰集啊，總之琴日嗰集。Kun Shiu， 我都係啊，由最初聽其實同嗰個港女主持唱雙簧嘅咋，得幾千。幾千已經稍後的了，我們那時候捱過幾百的，是幾百捱過來的，那所以我會預見到，我會預計到我們將來的 channel 的未來咯，那啊，再次多謝大家的支持啦，即是沒有你們是不會有，即是港男港女的今天的，講真的，這個是真的，其實是我們真的要多謝大家。好，跟住有一個係Melbourne 係嘛？我冇睇錯，係咪？係。哇，嗰邊幾點啊？哦，得點零鐘啫嘛。加兩個鐘喎。即係兩點啊？哦，唔係喎，而家12點咯喎。兩點咯，即係兩點，兩點，晚上兩點。睇下先，主持人係邊個故事最深啊？啊，我哋開
唔知九點幾答嘅問題都有講過嘅。其實都係一啲教，其實好多都好深刻。但如果講好 tough， 即係好 tough， 好 touching 嘅，就係、是、後屘發現自己係親兄妹，跟住我竟然嚟私奔嗰、那個，係嗰、那個。同埋 Hanky 散就係覺得係浪子回頭嗰集。咦？細個就開始睇，哇！真係咁樣嘅，你哋搞咁樣講嘢。槍燒佢話 Hanky 要 Hanky 神要準備有樽頸位，要揾突破位。多謝你嘅提醒，我都預見到嘅，你講得好啱嘅，係啊，會有嘅。咁啊，要諗諗嘅，係啊，我真係嘅，我都冇同同事講，其實我係會諗住有一段時間要閉關嘅，我真係要重整諗一諗。一開頭其實幾難捱，其實我諗有好多嘢堅持就唔係淨係開頭，而係點樣繼續堅持行落去，長遠咁樣做嗰、那個先係難。而家 Melbourne 1:22，主持你好 ，Hello， 誒有一個係 Yoga， 即係邊度啊 ？New York 係咪就係？哦，好。嗱我。講一講啊，咁我哋最遲去到12:00咧，我哋真係要 off 啦，三個鐘頭咧喉嚨都沙噶啦。咁啊，聽日又要繼續開工。會唔會再拍小劇場？會啊。一定會。會啊。一定會。哦，佢哋想啊，其實之前都有啲噶啦，有冇 follow up 有一啲嘅封 in case 後續啊？因為好難，技術上好難變成一集獨立嘅一集。所以不是那麼容易，有些東西我們 follow up 了，好像剛才、浪子回頭的 follow up 了，即是他其實跟女朋友已經散了，那女朋友也都認識了新一個男士，但是因為很難每一集這樣那麼零碎跟你講兩句，所以呢就有些 follow up 真的沒有再出到街，但是我們都跟觀眾或者個嘉賓呢是有 keep 繼續 keep 聯絡的、嗯、好像綠燈俠啊那樣經常都聯絡緊我。哇 ，Billy 真係記得好深啊！係啊，女朋友嗰段留言入面係叫佢早啲瞓啊嘛。係啊，仲叫佢食多啲菜，仲叫佢話係佢打破咗個平衡啊嘛。佢仲個女仔仲話自己唔好啊。喂，原來都有好多海外嘅朋友噶喎，會唔會將封 in case 拍翻做片？我哋試過兩條，將封 in case 拍成咗片。再去跟大家討論，就是那兩條，即是租屋那條，還有保險床單。保險床單其實那兩條都收得挺好的，都不錯的。的然後就是200,000訂閱會不會搞活動？要啦，我們希望可以即100,000訂閱都搞活動的，大家快點進去 TG Group， 首先加入了會員，加入會員就可以解鎖進去 TG Group， 進去 TG Group 我們搞活動的時候你就會收到邀請的了，或者甚至你可以主動啲提出，有咩活動可以去啊咁樣。哦，英國夫妻移民分開有冇後續？係，我記得你好似有問過噶。分開咗嘅，分開咗嘅，啊，就係、是、悲劇嚟嘅。最後真係分開咗，要鬧米米做咩又 show 唔出聲啊？咁你曳曳啦嚇點啊？即係冇 follow 我 IG， 又逼大家 follow 我 IG。係、哎、follow 咗阿米 IG 就知道啦。因為我真係有嘅。哇！阿米會唔會火拍 Hanky 散做舞台劇？我哋啱啱頭先我哋傍晚先傾，時間係有傾。我哋真係可以有得諗嘅，即係因為我同阿米以前都係舞台出身。咁啊，做個舞台，咁啊就所以做翻舞台都合情合理啊。乜到時你哋記得要支持先好，如果唔係淨係得個講字。即係我想講做舞台劇係要好多嘅投入㗎。係啊。同埋即講緊實際又好，虛無好嘅投入都好多。你話拍條？短片啊，十秒短片你揾手機拍都得啊嘛，但係舞台劇唔可以咁細規模啊，一定係大單嘢嚟噶。咁啊，嗰、那個投入嘅成本、時間、各樣嘢風險係非常高嘅。好。係。咁我哋諗下有冇劇本先。喂，有英國人睇緊喎，有人問你係咪唔舒服啊？快啲好翻啊！哇哇哇
Ray L Ray Leo Ray Leo Ray 好多啊 Ray L 哇！支持兩位主持，多謝你先。哇！多謝受寵若驚嘅四個字。其實我哋仲有幾位幕後嘅同事喺度，除咗黃醫生啱啱講尾班車走咗要教人之外，多謝多謝。哇！喺阿魯阿圖睇嘅哇啊，唔係咪咩？阿魯阿圖係咪世界人最想去住嘅國家嘛？我最想去的即是最適合最啲人最喜歡住的地方。哎呀，哦，好啦，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取向的，咁又唔好咁樣話人。係會唔會請佩麗來？哎呀，我頭先我記得我去洗手間之前好似提起過，我話其實我好欣賞佢，即係若然佢有時間願意，我哋都睇下可唔可以同佢傾下偈。你同佢做個專訪咯。想下啦，做咩？谂下啦，唔系熬底啊，即系佢未必得闲啊嘛。哦，系啊，所以咪就如果佢有时间嘅话，未必得闲。好，最搞笑马上封。吓，系啊。最搞笑。不过佢执翻身材啦，喺死亡边缘拆过啊，大佬。哦，最 emotional 系男友救女哦，嗰个。哦，系，嗰个真系人命嚟噶嘛。系，嗰个都好深刻。拍啲你知道唔知道？喂，咦，你都系早霸王啲 fans 嚟噶喎？咩嚟噶？你知道唔知道有人挂住你？咩嚟噶？早霸王收尾有个环节，我冇记错，好似逢星期五有一 part 咧，就系你知道唔知道有人挂住你，咁就会有人去类似否白啊。咁而一定系否白，有时系啲即系亲人之间嘅一啲心声嚟嘅，好啦，时间无多啦，五十八分啦，大家仲有冇？有冇谂过向100万订阅人数进发？我同同事冇讲过，不过我话俾你听，我心里面系咁谂嘅。都系嗰句啦 ，Hanky 散个理论，人哋做到100万，点解我做唔到啊？俾个理由我，俾个证据我，冇证据啊嘛，我做俾你睇。嗯，就咁简单啦咋。我由细到大都系成日做埋啲人哋认为我做唔到嘅嘢噶啦。啊，头先有人话你咩话自己做先驱，跟住佢哋就话其实以前有颜良武啊、海琪啲天空人、白姐姐都做过呢啲嘅，唔知啊。其实仲有麦润秀哥哥啊，系啊，好多。即系只不过我喺 YouTube 嗰度，就做一件咁嘅事啫。嘿，啲人一谂起森美就净系谂起阿希，你系阿希啊？系啊，阿希。但其實真的很久的了那個笑文。男友救女友那集聽到哭，我也是，我也聽到哭。沒錯。其實我哭的集數，即對於幾百集來說，那個數量當然少了比例，但其實我也哭得多。我下次打算去跟阿米表白，不過沒有阿米電話。加拿大的觀眾有很多。对不起，我不是跳过了你啊 ，Isaac， 不好意思啊。其实都很多海外的观众，多谢你们。系，亦都有很多嘉宾是加拿大那边，即系联络我哋的。那次男人亲自打嚟挽救感情，问咪喊晒嗰集系点啊？我哋都讲了啦，其实即系又遇上伤害多一次，他哋最后真系。分了手的，啊啊、女士那边是因为 有一个新的男伴，新的追求者，其实是有追求者，那衡量过就离开了。茶餐厅老细结婚没？茶餐厅老细有很多茶餐厅，不知道哪个茶餐厅，因为好像有几个茶餐厅故事的，是你们风格有像新香蕉。喂，我也想问大家，因为 我平时问同事呢，人数不是很多，个 statistic 不够。新香蕉和我们比较如何，大家觉得？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如果大家有看新香蕉的话。加油加油加油。我觉得很不同。开工了，这么夜开工令我联想到一个人。定是他在第二度。有些工都在夜晚开的。如果是这么夜开工，突然间令我联想一个我们曾经的嘉宾。是夜晚。夜晚活动嘛。好啦，差不多啦，真系尾声啦。咁好多谢，即系我好多谢大家，即系去到呢个 moment 都仲有600几个
online 睇緊我哋，其實真係好多謝，好多謝。635喎，我睇到。係。係啊。咁啊，都唔早啦，時間真係，我諗雖然大家夜鬼啫，但我覺得大家都差唔多想成要瞓覺啦。係啊，十二點啦，咁我哋同事咧，聽朝雖然即係早上休息。不用翻工，咁啊，但系都俾時間佢哋休息啊，俾時間佢哋瞓下覺。咁啊，今晚希望，因為我哋呢幾位同事喺佢哋奮鬥呢一段時間，我哋都冇正式即係開過一次聚餐或者去慶功咁樣慰勞下佢哋。咁啊，今晚難得一日咧，我費事佢哋淨係望住我哋喺度直播啦。咁啊，佢哋都應該會想輕鬆下嘅，好嘛？嗯。咁啊，喺度預祝各位中秋節快樂啊！咁啊，好似第一次同大家預祝到一啲節日，因為其實成日錄播都唔知邊集錄呢個預祝好係嘛？啊，唔係新年我哋有係新年咯，除咗新年頭嗰次，我扮啊，同大家恭賀。咁啊，真係嘅，預祝大家中秋節快樂啦！可以同自己心愛嘅人啦、屋企人啦，食一餐飯啊！傾下偈啊，賞下月啊，食下月餅咁樣咯。係，咁啊，Hank其實唔識呢啲嘢，我淨係答應大家一件事，我一定會做好呢個 channel， 咁啊，做更加好嘅影片俾大家睇。我講過嗰啲嘢，講到就做到嘅。做好個 channel 啦，拍啲short story 嘅短故事啦、劇情片啦。我哋會繼續去做，好冇？同埋我哋真係會考慮係咪真係每個月都可以有機會同時間隔到開一個 live 同大家傾下偈啦。因為即係我估個關鍵喺你度，又掉包俾我。睇下阿米得唔得閒啊？好，咁啊，好冇？再一次真係多謝大家呢三個鐘頭同我哋一齊傾偈啊！係，多謝曬大家，再次支持。多謝大家十萬訂閱的支持，因為每一個訂閱少了的話都扣不成十萬的，多謝大家，那我們下次再見，你可以說下集再見，是下集再見，他終於可以說下，他說了三次，那你要說明天再見，下集再見，明天條片再見，好，拜拜了，拜拜了，多謝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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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我呢個咁嘅啊係喎，唔係貓先啊，最貓先，我打多次先，多謝最貓先，多謝曬最貓先，咁啊，我哋喂你又拎起飲啦喎，你哋哇 ，OK， 誒、我想問一下佢哋問係咪可能有啲唔記咗係咪有留底，係咪真係可以翻睇啊？我哋盡量會嘅，我哋盡量會嘅，好冇？我哋答應大家，我哋盡量會留翻底。咁大家真係要翻睇嗰陣時，快啲啊！要加入，趁而家啊，準備收啊，收啊，收啦、啊！要加入，快啲啦！係啦，同埋多謝每一位頭先去Super Chat Super Chat 嘅每一位朋友、觀眾，真係多謝你哋支持我哋嘅零食基金好當係零食基金係啊，山區兒童啊，佢哋助養兒童計劃，同埋我哋望下，多謝曬，多謝曬你哋，多謝曬，多謝曬，好啦，拜拜啦，真係拜拜啦，拜拜啦，過咗成九分鐘、十分鐘啦，唔係，其實過咗兩個幾鐘啦，辛苦曬，辛苦曬，辛苦曬，握個手先，真係多謝你，多謝你。系唔好意思，最貓先喺邊啊？好嗱，下面有條 link， 文字介紹有條 link 嘅，即刻撳落去就得啦，掂曬，好冇？宣傳多樣嘢啊！咩事啊？你 follow 我 IG 嘅，記得 follow IG 啦。咁如果想知道幾時再有 show 啦，就要睇 IG 啦。真係好唔要面啊！好啦，拜拜啦，拜拜，拜拜。係咪 cut 咗啦？吸緊，吸緊，跟住就俾佢哋見。